他只是在他的那个公司发出来的成绩，所以我经常在那个公司他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想的。同事就刚好醒来，嗯，大家早安。好。我叫唐凤，然后今天是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年多两年来参加一个叫做临时政府 GAV 的一个，谢谢，放着就好。的一个社群，那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组织，也不算是一个单位，就是一群人。那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会大概花半个小时稍微介绍一下说 GAV 这群人这一年多来大概是怎么样做事情，做哪些事情，然后休息十分钟之后会稍微讲一下说就是我们在前大概一年多两年做的事情怎么样应用在例如像说占领中环上，或者是在三一八上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同样的这些工具怎么样目前应用在行政院？我是虚拟世界调试案的顾问嘛，就是怎么用在虚拟世界调试案上。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我想因为我会花多一点点时间，就是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尤其是最近有很多就是关于新媒体沟通的案子，像卫福部好像今天也有来几位，就是医疗纠纷法的事情，然后之类，反正就是一直都有事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们后面可能就多一些时间让大家自由发文自由讨论这样。那我讲到中间就是因为我会讲比较快，所以就是任何地方如果有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有问题或者想到什么的话就马上举手，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停下来讲那一章这样子。 OK 哈，我们就开始。萌点是就是这样子一部字典，它的网址是 moedict.tw。 那有人有在脸书上或其他地方看过这种九宫格的图吗？或者是没有？好 ，OK， 那这是就是实际上萌点它的画面。如果你去里面查资料这两个字的话，那它会出现笔顺的动画。然后会出现就是它的注音资料，然后有真人的发音，然后按下去之后呢有英文德文法文的翻译，然后还有闽南语跟客家语。Material, resources, data, information, profile, internet 之类的。然后那如果按到底下的话，还会跑出那个闽南语跟客家语的发音。所以那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就是教育部不同的地方。像这个是笔顺学习网，这个是重编国语词典，这个是简编本，然后这个是闽南语，这个是客语，所以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网站。那等于是把这五六个网站综合在一起。那除此之外，就是如果大家有手机的话，就是 Android 或者苹果的手机或者 Windows Phone 什么都可以下载，就是离线的一个字典。那这是临时政府最早期的专案之一。临时政府是什么呢？是2013年初，那 Wired 这个杂志又访问张大春，张大春应该各位就比较有听过哦。好 ，OK， 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然后他非常喜欢用脸书，然后在脸书上每天到晚 po 文章。他po文章通常不是跟政治有关系，就是跟李白有关系。那然后他很喜欢作诗嘛，那跟政治有关系的就很多人转了、啊，跟李白有关系就不太人理这样子。那但我比较喜欢他看他写的诗。但无论如何，那个因为他用脸书用很多，所以《Wired》这个杂志2013年初就访问他说：“你这么喜欢玩 Facebook， 又这么喜欢政治，你觉得 Facebook 能不能改变大家参与政治的习惯？”张大春就说：“绝对不会，他只会让大家以为自己参与了。”就他好像按了赞就以为自己参与了，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他还是想不出来一个让大家又懒又可以参与的真正的行动的实践。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讲居零 V 临时政府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让大家又懒又可以参与的真正的行动的实践。那在这里懒是关键字。什么叫懒呢？就是不要花我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我在 Facebook 上面按一个赞只需要一秒钟，我如果按一下分享可能只要10秒钟到15秒钟，我如果按评论不会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我就去做别的事了。这个是 在 Facebook 也好，在任何其他的就是新媒体也好，大家的一个使用习惯。所以如果他需要做的事情这个参与如果比一分钟多，那这样大家就去 跑去按别的东西赞了，去分享别的东西，评论别的东西，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就是其他后面都不听的话，这个概念 是最重要的。那举例来讲，像居零 V， 我们之前有发动一个叫做开放政治现金的一个专案。这个专案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呢，请大家来填这样子一个文件。它这边就是显示出一个图片，然后大家只要打099-0924，然后按送出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就完成了，就完成一笔贡献。所以这样子大概只需要花可能3秒钟吧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监察院他只用纸本开放而不用数据开放的所有候选人他的竞选的政治现金从哪里收以及花到哪里去的其中一格。那但是因为只需要花可能3到5秒钟的时间，所以说呢就非常非常多人来，然后呢就一瞬之间呢就帮忙把这个东西从本来纸本，因为监察院不允许我们下载，把它变成了结构化的资料。那还有很多设计师投入啊，就是你今天监察院了没，然后就是把它变成好像是游戏一样。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如果大家有玩过就是像雅虎啊或 Google 登录或什么，其实它都会让你输入一个差不多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图片辨识。
所以其实大家都已经会这样做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在二十四小时里面，第一批大概2000多份文件，30万笔的政治现金，大概9700人参与，然后就把它全部从纸本的资料变成数字的结构化的资料，像 Excel 那样。那这个专案呢，就是跟 GDP 其他专案一样，它的过程是这样子的：首先有一个人想到一个主意，我们说挖坑。那哎，等我一下啊，好，说挖坑就是找出一个需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人呢，可能大家也听过，就是一位国宝级的白目，叫做冯光远。那冯光远他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他们推那个阳光法案推了很久，然后在立法院，可是因为这个影响到两党的，实际上所有立法委员本身的政治利益，所以后来就都不过，就一直卡在委员会。所以他就想说，那我们弄一个北风跟太阳的策略，就是我们一面推修法，可是一面我们自己去监察院把它印出来，然后把它数位化，把它放上网，这样子就给他们压力说，哎，他们自己公布这个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反正民间也已经在做了。那个他提出这个主意，他自己当然不可能跑去监察院印那么多份资料出来，所以就有一些 NGO 的朋友，一些就是社会运动者帮忙跑进去。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raw data， 就是砍柴。那因为我们知道监察院是只能在里面用影印机印出有浮水印的那样子的资料，所以他们就真的跑进去，然后真的印了那么多份资料，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变成一张一张。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模组化。因为如果你给我这样一张，然后要我数位化，我要花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左右。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没有任何人会来。你要把它降到1分钟以下，才有人会来。你要降到大概10秒钟，才有万人会来。OK，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有一个工程师他帮忙写了一个我们叫切豆腐的一个程式，去侦测里面的隔线，然后去把它切成一块一块，这样子就可以变成每个人都可以工作的一个单位。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人做成了一个游戏的网页，然后就有一个数字啊，会一直往下掉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一面输入，一面会看到说有多少人在跟你一起输，然后数字往下掉。那人类是很奇怪的生物，就是说你只要看到数字一直跑，或进度条一直跑，你就会不睡觉要把它做完这样子。所以就大家都是很可恶想破这样子，然后就一瞬间就上万人来，然后就帮忙把这个东西做出了数位化。那做出数位化之后能做什么呢？当然我们能够做成结构化的报表，像 Excel 这样子，但是呢也可以做数据分析。这里没有针对特定委员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委员那个他的政治现金他的来源，你可以做出一些图表，然后可以跟他的投票记录、个人财产、法条修正案跟附带提案去做一个对照。然后呢，像上次就是1月29在选举的时候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县市的市徽，都是大家就是网友自己去找的。那找到之后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县市的就是候选人，他如果是连任的话，他上一届的投票记录以及他的就是竞选补助款用到哪里，他花了多少钱选举等等。然后也有人做出这样的分析图表，就是每个人拿了就是各自的政党多少的补助款去选这样子。所以像这样子在投票的时候，对，其实大家对影响大家投票非常的有帮助。就是说很多人上来看那个就是立委投票指南，然后说他看完这些政治现金投票记录这些东西分析之后，本来他选区有22个人，他就发现只需要2个人，就是只剩下2个人是他觉得真的有在做事的，他在这2个人中间选就好了，所以他真的有产生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力。那所以 GDP 就是每一个专案都是这样，就有一个人有一个想法，然后呢就有一群人来填，然后又去把它做得更好，又去把它做得更好。所以到现在就是大概这数字都比较旧了，大概脸书上大概10几20万左右的人，然后实际在开发专案大概100多个，然后实际的编修记录大概1万多份，然后3-4千人在贡献这样子。那在这个叫做 civic technology， 就是公民参与的技术。那这个最早的一个叫 My Society 是在英国，那他们的 director Tom Schreiber 在一个就是世界性的 Populus 这个会议里面就说，其实台湾跟以色列是他看过两个就是最活跃的这样子做公民科技的，而台湾的这个规模又是以色列大概10倍大。那这并不是因为说台湾跟以色列是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而是好比像说英国或美国或法国，他们的政治现金本来就已经用结构化的资料释出了，就他们的那个公部门本来就已经是用开放资料的方式在运作，所以他其实不需要我们民间做这么多事情。那反过来，如果像是就是一些回教国家或者是中国的话，公民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做这些事情，所以你要在一个就是公部门还在影印机的时代，可是民间已经就是有充分的自由做资讯时代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结合出来的东西这样子。
那临时政府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就是叫做实价登录的网站，是内政部那时候就是要所有的交易实价登录，就是避免炒房嘛。那然后内政部一样嘛，也是做了一个网站，然后在那个网站上面就是一行一行一行的，好像那个报表一样的一个界面。那当时呢，有四位 Google 工程师，就是把它结合 Google Map，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看到说，哎，你附近这一区平均一平的地价是多少，然后你可以去用筛选的说，哎，我只要看别墅啊、透天厝啊或怎么样啊，那所以这样就非常的方便。那可是呢，他们本来其实已经在跟就是内政部的人在谈说要怎么合作了，可是呢媒体就把它爆出来，因为内政部那时候宕机宕了一天。然后所以那个就突然之间，我也没有针对特定媒体的意思了，那一天大家都在报。然后跟媒体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媒体它的目前的就是叫做什么冲突制造业，对，他们专门制造冲突，所以说这样才有收视率嘛。然后所以他们就把它写成说，哦，民间的500块钱这个打败了内政部的900,000的网站，那个这样很不公平，因为这五百块是建立在900,000上面，所以他其实应该要写900,000 versus 900,500，可是这样子就没有冲突性了，就不会卖广告了，所以就是他们就不是这样报。可是他们这样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他们本来蛮微薄的一个户型就消失了，内政部的厂商就很不爽，然后所以他们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把就是上面的文字通通都换成图形，这样子就不让民间去使用这样子。那然后内政部还发一个新闻稿说，我们把文字换成图形是为了节省频宽，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文字换成图形可以节省频宽啊，无论如何他是这样讲一下。好，那然后从那个时候其实花了整整一年了，到2013年10月内政部才终于把它换回文字，然后才把它开放出来，但是在当时它是很火大的。然后呢无巧不巧同时呢又拍了一支广告叫做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那大家都记得好棒。对哈，这支广告非常非常的有趣，它的那个主要的概念就是说，国家预算很复杂，国家政策很复杂，民间是不可能搞懂的，不可能搞懂怎么办呢，就做就对了。然后呢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了三次之后广告就停了。所以这是当时这个行政院最早放到 YouTube 上面的所谓新媒体沟通的一支广告。那他放上去之后，结果就24小时之内有上万个网友按他是诈骗广告，所以行政院的那个账号就下架了，然后那个 YouTube 上面就看不到行政院。那这当然没有毫无意义，因为行政院只要发一个函过去 ，YouTube 就会把它恢复了。对，那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当时就大家很不爽。那但是呢，就是有人很不爽是用酸的，就是说是用没有意义的破坏性的批评。那有人是用比较有建设性的。那当时有四个人，就是高嘉良、吴泰辉 CEO BOP， 他们是台大的资讯系的校友。那这四个人呢，他们本来在参加一个黑客松，是雅虎主办的一个算是比赛的一个活动。他们本来是要做像电子橱窗啊什么，就是你知道很平常的 e-commerce 那种东西。可是因为这个广告加上这件事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很火，所以本来做的题目就不做了。他们就想说，如果这个广告是在讲说国家的预算跟政策很复杂，人民没有办法搞懂的话，那也许问题是出在你们呈现这些资料的方法，而不是出在人民身上。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从 PDF 跟 Excel， 没有 Excel，PDF 跟 Word 档里面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做视觉化，所以你就可以按照正式比，按照主办单位去看说哪些预算正在增加，哪些预算正在删除，然后哪些预算是新编列的，然后他们用泡泡图啊、树状图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看到说，哎，实际上预算是怎么样被分配。那他们就拿了5万块的奖金，他们就想说，那既然拿了这个奖金，与其自己吃掉，不如我们也来办一个黑客松吧。然后他们就开始了第零次动员戡乱黑客松，那也注册了 gdv.tw 这个网域。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去让就是所有把这些公部门的资料本来很难看，然后做成大家比较容易懂的人，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呢去试着看我们在一天的时间里面能够做什么。但本来只以为大概有30个人会来，结果就是快要破百，所以只好跑去中研院。然后我们后来就一直在中研院办大型的黑客松。那所以什么是黑客松呢？黑客松就是黑客的马拉松，黑客就是用创意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那马拉松就是完全不停止的一直做某件事情。所以你要怎么完全不停止，就是要一直喂饱大家，食物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在一进去的时候，就是会发这种贴纸。那每个人自己拿，所以说每个人可以自己说，哎，我的专业是设计啊，我专业是农业啊，我专业是什么别的，然后拿了之后就贴在肩膀上面。然后呢，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呢，可以拿这个梅花鹿的贴纸，然后如果来了很多次愿意帮忙带的，可以拿黑熊的贴纸。那拿这么多贴纸到底是要干嘛呢？就是说在一开始有想法的人可以上来做三分钟左右的简报的提案，所以可能就是有人提案说，哎，我要做开放政治现金，然后呢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一个法律专业的人帮我去跟监察院就是 negotiate， 我可能需要 PR 的人，我需要设计师，我需要什么，我需要设计游戏的，对不对，之类之类。那然后每一个就是坑主上来说，哎，我需要这些人之后，大家就自我介绍，就大风吹，就等于是说按照各自的专长聚集到有想法的人旁边，然后就开始做事。那当然就会有一群梅花鹿在那边不知道去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一群黑熊跑过去去问说，哎，你平常在做什么啊，关心什么议题啊，之类之类，就是循循善诱把他们给带到该带的坑里面。然后那这样子工作一整天，大概从九点到四五点下午之后，通常一定都会有进度。然后有一个进度，就有一个雏形出来之后呢，就会每个人上来用五分钟的时间发表进度，然后就说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每周末聚会啊，还是怎么样，就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所以呢，松就是拼命做某件事情。那除了大型的黑客松，就是大概一百多人到五百人左右之外，我们现在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小型或中型的，大概三十到五十人左右的黑客松，这就有蒙点松啊、土地松、新闻松、设计松、法律松之类。那松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做坑，坑就是专案的意思。那但是专案呢，如果叫做就是什么专案经理人或专案管理员的话，好像上对下的关系，就是说，好像说我发起这个专案，我就可以命令别人。可在聚灵地里面没有人能够命令别人，因为所有人都是志工，所有人都是想要做事情才过来，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坑。就是你挖一个坑不表示你特别有什么权利，那你过来填一个坑也不表示说你特别就能够主张什么。那如果这个坑没有人填的话呢，就会有人专门帮忙推坑，就是说就是去找到适合的人来做。所以聚灵地真的要讲的话，它就是一堆空间，大家定期的聚会，然后参与这些活动，在这些活动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案，然后做出贡献，这个贡献可大可小，对不对？刚刚那个填个一个格子，那个也算是贡献啊。然后做了贡献之后呢，你就会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更多人就会参与更多的活动，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聚灵地它并没有一个边界，就是你只要出现在黑客松，你就自然就是参与者；你只要填了一个格子，自然就是贡献者。它并没有一个什么会员啊、党政啊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样子。所以这个套门毛赤国院长很喜欢说的，就是说其实没有网军嘛，就是说就是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对于做某些事情可能有热情，每个人有热情的方面可能不一样。那所以也没有组织，也不是说谁这个召集什么或谁叫谁来做什么，就是谁想到什么主意就去做。所以同样就我在这边讲也只能讲说，哎，我在参加蒙点专案或参加什么专案，我的经验是什么，我没有办法代表别人说话，然后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这个聚灵地说话。所以其实如果有看那个聚灵地的 blog， 就是我们的部落格的话，有一篇叫做说，如果有人声称他代表聚灵地要跟你合作，他一定是诈骗，这样子，因为没有人能够代表聚灵地。那所以这个梗加起来就是聚灵地的一个梗，叫做没有人。什么叫没有人呢？没有人的人是这样子一个想法，就是在一开始活动里面呢，很多人会跑过来说，哎，为什么你们只做这个地委的政治现金的视觉化，为什么没有人做议员？或者是说，如果什么你们只做这个某些特定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为什么没有人做地方政府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就会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说你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就是说所以没有人做，那就是在等你做啊。那对，那在等你做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一定要做完嘛，你就是把那个想法画出来，有什么批评或什么指教，把它写到大家看得到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这样子没有人就是万能的，因为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那这当然这后面有一些共通的文化，就是说我们做了大概二十年左右的一个叫做开放源码，就是 open source 的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有条件的抛弃我们的著作权。那什么叫抛弃著作权呢？就是说我做到一个程度的事情，我说只要满足某些条件，例如像说只要出付原出处的网址，我就允许你拿去做任何别的利用。那这样子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我做到一半，我不想填这个坑，我去做别的事情，下一个人要来接着做的时候，他不用找到当初的人，也不用问过我，那所以他就可以去做不同的利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专案发展到一个方向，如果两边这个想法不合的话，那就各做各的，就不需要取得所谓的共识。那另外一个文化就是我们所有的讨论其实完全都是公开的，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每一个专案相关的讨论你可以在事后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文件跟所有的程式码都是在线上可以看到，说每个人哪一个人在几点几分改了哪几个字，所有这些都是有记录的。那这些加起来的好处是什么？是可以避免私下讨论的坏处。什么私下讨论坏处？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如果说好要做一件事，可是我们没有公开讨论，那第三个人要来加入，他势必要找到我们两个人才能够知道是我们本来讨论了什么。那接下来第四个人他势必要找到前三个人，然后很快就会出现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差别，对不对？因为人太多了。那但是如果一开始大家是在公开的情况之下，而且是开源的，那第四个第五个人来说，他不用问过前三个人，他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们在做 open source 的时候有两句话很常讲，就是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尽早释出，随时释出，跟 patches welcome。 那这个用白话文来讲就是不要怕丢脸，不要怕丢脸，然后让大家去改进。那我们很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GDB 临时政府一开始的 logo 是长这样的，非常非常的丑，然后它基本上就是几个很宅的城市设计师自己用那个我已经忘记是记事本还是什么东西了，然后打了这个字，然后就大拉拉的贴在那个中研院那边，完全不怕丢脸，然后我们自己也知道说很丑。然后呢，在就是第零次黑客松的时候，就有一位设计师来，他就说他看着那个 logo 就浑身不舒服，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他在画出一个更漂亮的 logo 之前，他这个完全没有生产力，这样子就是一个这个谁在乎谁痛苦的一个概念。然后那所以他就真的画了，所以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又有投票这样子，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贡献去把它改成更好。但因为这个是开放源嘛，是开源的，所以他也不能禁止别人使用，所以在别的设计里面他可以把这一部分 remix 把它放进去，哎，变成某一个更大的 logo 的一部分。然后接下来大家就会讨论说，哎，可是在手机屏幕上面太小了，这个会糊成一团，这个红点看不到，所以就又有设计师把这个红点变成一条横杠，然后在手机上只秀这个 O 跟一条横杠这个方块，然后这样子的话辨识度就变得很高。所以经过大概快一年，距离现在这个 VI 其实真的蛮漂亮的，就是说看到的话是会记得的。那这个当然是超丑的，可是如果不是当年有人不怕丢脸把这个丢出来的话，就不会有设计师看到然后浑身不对劲做这个，然后又不会有人继续改善。所以就是一开始那个不怕丢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一开始不怕丢脸这样做出来的话，后面这些都不会有。好，所以呢，就是我稍微 recap 一下，就是 GDB 文化基本上就是有人想到一个主意挖坑，然后就去创造。那当然它不一定是从头来，它可以说是某个东西长得不够好看我要改造，那也是一种坑。然后呢，有人就会贡献把它填坑，然后呢，如果没有人填的话就是推坑，然后就是去找到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每一个贡献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像林师傅的官网 gdb.tw 这个网站，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编辑，你只要到 GitHub 上面按编辑，然后就可以直接改说，哎，如果就是没有录音档就自己加录音档连接上去，如果就是上面有媒体报道，你如果觉得缺哪一则就自己加上去。那这样子的话呢，每个人都并不是匿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EPA 它的贡献最多， CEO 高次之等等等等，然后每一次有人做的任何一笔贡献他改了哪几个字在线上都有记录。所以就是说并不会说有谁说，哎，整官网都是我写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说每一行是谁写的这样。所以经过就是大概28个月的努力，做一些好像有上新闻的专案，这个是把每一个就是重度责任医院，就是急救医院的这些大医院，他们的满床通报啊、推床数啊、就是病床等候人数，按照就是卫福部吧的规定，他们就是一定要公布在网站上，可是他们只公布及时的资讯。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每个人挑离自己最近的一家医院，去把它及时资讯变成结构化资料之后，变成像股市看板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每一个的那个满床的状况，然后你可以说我只要看台东的啊，只要看南部的啊，只要看北部的啊。然后那因为这个也是开放的，所以也有人就是把它拿去忘记哪个大学了，拿去做额外的应用，是他们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去预测说30分钟之后、60分钟之后的就是满床的床位大概会是多少。那这个就蛮有价值，就救护车要派医院的时候。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有价值就是让大家都看到说大医院全部都满了，所以如果不是真的很严重的事情的话，可不可以不要跑大医院这样子。对，那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高雄气爆的时候有做一个时间的地图，然后就是也是及时按照每个网友的回报，就是一路这样子就是往北会去标出爆点，然后之后有人叠上管线图啊，叠上这些东西。那好像也有人真的就是从美国看到，然后就打电话就是跟他妈说，哎，快要爆到我们家，赶快跑。然后呢他跑掉之后大概十几分钟，然后玻璃窗就碎掉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在及时的就是灾难抢救上面有一定的作用。那这个是所谓的 ly.g0b.tw 这个网站，
就是临时政府立法院。那当时为什么是申请 G0V.TW 呢？就是因为希望把主要的政府网站，像立法院是 ly.gov.tw 嘛，对不对？那个 O 只要换成零，就是一个零的转移，它就可以调到临时政府的立法院。那它的内容跟中华民国政府的立法院是一样的，但是用比较友善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就可以看到说每一个法案它自己有一个网址，然后你可以看到是谁提议的，谁联署的，现行条文他想要删掉哪几个字，修正条文要加上哪几个字，他立法理由。那你若是看他本来的原始档，我们都会连过去的话，其实是那种用一种很难看的那种三栏式的 PDF， 而且是每一个委员会或每一个讨论，可能就是全部放在同一份里面嘛。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说，哎，这个修正草案的第几条有问题，我们还要说，哎，你要先去下载那个 PDF， 然后卷到第94页，那就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用来讨论的。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比较能够参与。那这个是现在很多就是其实媒体啊，然后气象播报员啊都会使用的一个界面。那本来就是环境署就有这样子一个就是 PM2.5 PM5 的空污的测站的资料，但是我们就把它做成就是视觉比较视觉化，就是你越严重就越黑嘛，所以这样子就会有什么大黑碗洗台啊什么之类的新闻会出现。那当然我们也有做历史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测站它的就是变化，然后可能就是最近他们在做动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天之内的那个动画的状态。那另外就是农委会有一位朋友也参加 G0V， 就是把他业务上面农药相关的资讯也做成这样一个界面，就是任何就是在种瓜的农人，他可以去看到说，哎，目前推荐使用的农药，然后这个农药它副作用安全采收期。那如果他一个田里面有跟好几种作物，那他可以去算出来说他用哪些农药才不会对别的作物有就是影响。那以前其实都是要看那个小册子，然后自己去算，那它等于做出一个比较好用的互动的系统。那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一种就是开放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就做出了非常多的专案。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不可能全部都讲，事实上也太多也不可能全部都讲，所以我就是主要讲我自己参与的就是萌点这个字典的专案，是一个开放资料的专案。那在就是中场休息以前，我先大概讲一下说萌点为什么会出现。叶萍是一个我大概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那他本来是在台大教物理的教授，后来去 Google 当什么 Google 台湾云端运算的主持人，然后之后他就去矽谷了，他现在在矽谷工作，那也是在 Google 做 Google Analytics。 那他搬到矽谷之后就发现说他要教他小孩学正体中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当然就是说海外华人本来就是教小孩学中文就不是很容易。那但是有一些更困难的，就是目前他的小孩呢其实都是在用智慧手机嘛，就每一个小孩都在用智慧手机。我们当年学中文的时候是用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的那个网站，那他这个网站其实是就是94年吧，就是当时我就是这样子学中文的。可是呢现在的小孩你如果用智慧型手机去看，就会发现说你根本开不了，还要横向卷动，然后呢就是按两下之后还会跳，就是闪退，就是那个画面会消失。因为这个网站就不是设计给手机用的，所以就是很悲剧的一个情况。然后那所以叶萍就说，那我们就把这个网站拆出来，拆出来之后呢我们自己用适合小孩学的方式把它重新拼回来一次，这样子的话也许他小孩会比较有动力学中文这样子。那因为教育部的网址是 moe.gov.tw， 那 moe 刚好是日文的萌的意思，就是很可爱的意思，所以我就申请了一个网址叫做 moedic.tw， 就是教育部的字典点台湾这样子。那把这个专案取名叫萌点，所以我们是2013年1月开始做这个专案。那这部字典事实上是商务印书馆的开馆之作，它是1945年 就开始编的，那编到现在有16万笔的词条。那在1996年，就是这次更新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决定不印了，因为就是李显老师收了太多词，他们觉得说这个印出来会这个入不敷出，所以就只有电子版。那也是刚好当时有 Wide Web， 所以说他们就是想说，那我们就尽可能多收进来吧，没有差嘛，对不对？然后那他们的就是历史用法非常的丰富，等于是正体中文没有比这个更权威的一部词典。可1996年之后他就没有维护了，所以你如果是靠那个网址贴到 Line 或贴到 Facebook， 其实别人是打不开的。它并没有一个网址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因为只有 Big 5码，所以含用字像生态态只能用24×24的点阵图显示，这个字还好，三个龙那个字就是一团黑的。
然后呢，不支援手机跟平板电脑，因为当年也没有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去看原始码，它会说本系统需使用 IE5 以上或 Netscape 4.7 以上版本的浏览器。那这个以上没有意义，因为 Netscape 4以后没有出了。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网站。然后最夸张的就是说，你如果放着30分钟不动，它以后的那个成语点也一样，就会跳出一个说你闲置超过30分钟，我已经把你登出，然后你就跑到首页，不管你在看什么。可是我没有登入啊，就是说一个不用登入的网站，有事没事把我登出，就不知道是什么概念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它一开始在首页就说我只开放连到首页，然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你不能够拿去用，所以它没有开放授权。那这个呢是 Tim Berners-Lee， 就是 Web 的发明人，他定义开放资料，开放资料让人能够使用，要满足这五颗星。那所以就是教育部一开始连第一颗星都没有，然后接下来他最好是结构栏位，就是 Excel 档，然后最好是用公用格式，就是可能是2003年以后的 Excel， 就后面有一个 X 的 Excel XML， 就是这样用别的软体开的时候，它的格式不会跑掉。然后呢，最后呢，最好每一个字有指定的网址，然后呢，字跟字之间呢最好有交互的连接，到了这个程度呢才是五颗星。好，那因为现在已经半小时了，所以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稍微看一下说蒙点跟之后的应用。好，谢谢。下载到电脑里。好像因为你的这台手机没有那个合成，充电是用合成，就只能先装合成。就是如果像课语这个是真人录音，真人录音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播真人录音的声音。是。好，谢谢。
我待会儿会讲一下这个。谢谢。这个刚刚好。茶之点的肉是很软，还很久。红点吗？可以啊，线上也可以啊，它有一个网站。但是手机就一定要安装？没有没有，你用手机的浏览器，然后去 modict.tw 或你 Google 查红点，然后按第一个链接就可以了。对对，你不用一定要装。什么时候要装？就是上飞机没有网络的时候。它就等于是离线嘛，它可以不需要网络也可以，也可以用。那它离线的话，它会占据多少？大概30美左右，就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其实都是字哎，因为真人发音是还是去网络上装，所以其实字本身是很少。连线也一样可以发音吗？没有，只有发音是用抓的，所以就是发音要上线，但是查那个字音什么不一样。那你们有没有做那种干脆就直接像翻译机这样，这样出国，我说要说什么，我就打的音就叫他讲。那个其实我待会会讲到，谢谢。对对。
我们到了法国不会讲法文，对对对对，他也不会讲英文。对对对，其实 Google Translate 现在可以了，就是你可以让他讲，讲完之后他翻出来给你看，你再讲然后翻出来给他看，那个 Google 翻译现在有这个功能，只是他要网络，他不是连线，但这个我来会讲。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开始。那就是接下来要讲的部分就是协作，就是 collaboration， 就是一群人然后去各做各的。协作这个概念，我想就是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看。叶萍当时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一个坑，就是他要让他的小孩可以用智慧型手机学中文，就这样讲完了。那在这件事情后面有很多事情，就是你要拿到资料，你要搜集，你要设计一个新的 app 什么之类的，才要把这些都填上去。然后呢，这是临时政府第一次工地放领黑客松，每次我们黑客松都取一个台湾历史上的名字，所以有什么客厅工厂啊，有什么乌克瓜牛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呢，所以第一次就是其实是第二次的意思嘛，因为第一次叫第零次这样。所以就是在1月27号的时候呢，就是叶萍写了说，哎，他需要做这件事情。然后 Tony QMO2 他们就去拿了成语典的前2000多页字，然后我就拿了前3000页的国语词典的 HTML 档，然后我们就去睡了。然后叶萍他在美国嘛，就醒来了。醒来之后呢，就拿着这些 HTML 去设计一个我们叫做资料集的格式，就结构化。他去看说这些 HTML 档里面有哪些栏位，好比像说有部首。有笔画数，有同义词、反义词，所有这些东西，他就去睡了。然后接下来台湾这边醒来了，1月27号就有人设计出了资料库格式，然后 KC5 就是吴光哲，也是当时施加登录的，就是 Google 四人组之一，他就写了一支程式去把我们拿的这些 HTML 档都转成这样子的结构化格式，所以我们一瞬间就从零颗星变到一个三颗星的位置，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用程式去读这些资料。那当然不要忘记还有24×24的点阵图，对不对？那些点阵图其实是不能够复制贴上的，你复制然后再贴上就是一个问号而已。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 Excel 的，就是 Google Spreadsheet 的一个表单，这边是图，然后呢这边是请大家去输入。那这个时候用注音输入法的人就很可怜，因为这些字没有人会念。那但是用那个吴虾米或大一这种猜字仓颉啊，猜字就比较好，也许可以猜出来一点点。但最厉害就是用手写输入法的，因为他只要写出来就可以打出来。好，那所以我们总之就，然后后来 Google Spreadsheet 就当掉了，然后就只好换到我自己写的那个，就是 EtherCalc， 就是我跟我同事写的一个类似的东西上，然后大家就集合了大概就是一两百人，那时候我们觉得一两百人很多了哈，就把所有这些字我一个都不会念，就把它辨识成那个 Unicode， 就是电脑所使用的现代的万国码。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真的有一部可以真的复制贴上的一个字典，就不会有那个图片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据理力做事的方法，其实也是 Internet 就是形成的一个口号，叫做 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 就是我们大概有一个共识，说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做，可是我们不需要取得所有人的同意，然后每个人就自己就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在有结构化资料后的一个礼拜，我就加了蒙迪的网站，有人做了浏览器的延伸，就是你装在 Firefox 或 Chrome 上面，然后你就是选一段你看不懂的字，它就把定义跑出来。有人把它整合到编辑器里，有人把它整合到输入法里，变成输入法的词库。然后呢，有人做成桌面版的下载的程式 ，Mac 系统的词典，以及反正每一个人家里小孩是在用哪个牌子的手机，就会有人用就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写出应用程式来。那所有这些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就全部像雨后春笋一样，而且每一个都是不同的 team 做出来的。所以就是资料它一旦开放出来，一旦结构化出来之后，它的那个应用是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想要做什么应用就会做什么应用，你不需要特别去鼓励它。那完全只以蒙点网站来讲，这些数字都蛮久的了，就是说网站我现在一个月大概有600万吧左右的人次在看，然后在 iOS 跟 Android 的 App Store 上面也大概都10几20万左右人使用，然后评价一直都还不错。那我特别高兴的是说，很多国小大概3、4年级左右的老师就会整个班带到国语老师带到电脑教室，然后就用蒙点来上国语课，然后去查古文啊，去做什么这样子，所以就真的对就是小孩学中文上面有一点贡献。当然大家都会问说，人家都说版权所有凡应必究，那就是说你能做 这一大堆事情到底合不合法。那所谓的不合法是要看著作权法，著作权本来就说教育部公开发表著作在合理范围内是可以重置的，那可是问题是什么是合理范围。那这个是一个判例，我们去看判例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你是拿来卖商业使用，你只能用一两句
就叫合理摘录或合理引用。如果你是自己教学用或非盈利使用，你可能可以用一两页，这叫做就是非盈利使用。可是我们是用160000页，虽然我们是全部都用了，那这样子到底怎么样才叫做合理使用呢？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用 CC 就是 Creative Commons， 那没关系。 Creative Commons 它有一个设定叫做Creative Commons Zero， 就是它是这样子一份法律文件，说我们抛弃著作权，就是说我写的所有这些程式、这些 App、 所有这些东西，我不主张任何东西，就包含姓名权都不主张。那教育部任何时候，教育部的厂商想要拿回去用就拿回去用。那吴光哲也是说，他转换这个格式在台湾是有所谓的编辑著作权，他也全部抛弃。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是帮教育部做一个更好的档案格式，我们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不主张任何别的权利。那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主张这是合理使用。那因为这样关系，所以我们要标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用的词典、笔顺、发音都是合理使用。那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呢，教育部本来就用创用 CC 的方式去释出，这个的意思是说要说是教育部做的，不能说是自己做的。 by Andy 是说，如果这个字它的定义是15画，你呈现的时候不能改成16画，就是不得修改。那后来文总就算是一个半官方吧的一个单位，他们跟就是对岸也有编一部词典叫两岸词典，有简繁转换这些，那他们再加了一个 NC， 就是不能拿来卖。那我们本来就没有拿来卖，所以 OK。 那后来有一位就是在法国的朋友Pierre， 他就是帮忙加了英文、法文跟德文的对照表。那这些资料呢是叫做 SA Share Alike， 就说你可以拿来卖也可以修改，可是你拿来卖拿来修改的那个版本必须要也让别人卖也让别人修改，就是说用相同的方式来分享。这四个加在一起就是叫做 Creative Commons 创用 CC 的一个就是标章。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愿意让人转贴，你在这四个里面挑某些组合，基本上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说你满意，然后别人也可以满意的这样一种标识。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每个人一看就知道说，哎，我如果要用你的东西的话，我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这样大家等于有一个共识这样子。那为什么要用创 CC 而不是自己写授权呢？因为不是律师写的授权往往会有很多解释上的问题。像客家语好了，它是也是说标注出处不可改作、不可商业利用。我们本来以为是创 CC， 可是不是，他们的非商业用途是自己定义的。他们说不可原封不动将内容及系统直接贩售，这一行还 OK。内容重新整理且标注教育部授权者，到底这个意思是非商业用途还是商业用途？就完全看不懂。然后我们如果要把它从严解释，就是说好，你不能重新整理啊，但是你要标注教育部授权。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它在释法性上面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它跟别的著作一起混用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就是 compatible， 是不是相容的。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目前还是主张说我们是用合理使用的方式在使用它。那后来到了2013年11月，我们去跟教育部就是实际面对面的开会沟通，那他们就同意说，对我们刚刚那个主张，就我们抛弃著作权说是合理使用，他们同意，而且他们不会告我们。然后呢，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接下来呢，他们说他们未来的词典都会用 BIND 的方式来释出，就是标注出处跟不可以改它的定义，但是随便我们去卖或怎么样。而且旧的那一部就是重编过的词典，他们也愿意去联络当年的著作人，然后去试着把它用这个释出。那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待会会讲的主题，就是他们接受群众协作来审核。那所以一直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开了非常非常久的会之后，他们终于把重编跟简编跟小字典用公众授权，就是用 BIND 的方式释出，然后也不限制商业利用。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刚刚有朋友问到说，就是说刚刚的这个词典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就是好比像互动式翻译啊，或者像 Google Translate 那样子，就是语音输入然后翻译啊，或者是能不能附在作业系统里面呢？那一旦这个它公开释出之后，这些都可以。所以因为我也在苹果当顾问，所以就是说Siri 啊，或者是下一个版本的 iOS 的话，里面就很有可能就内建重编过于词典。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听得懂，就是你若问他说什么什么词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他可以帮你定义。或你若用 iBook 在看书的话，目前你只能查简体的那个就是什么国语什么规范词典嘛，就是对岸的。那所以如果看繁体书的话，其实很多字的定义是跑不出来的。
那但是因为教育部现在这样子开放了，所以以后就是不管是 Samsung 的或者是微软的或者是苹果的电脑里面都可以装这些部词典，然后它可以变成就是新一代互动界面的一部分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影响的人可能就比我们自己做 app 可能以后就会更多这样子。好，那但是刚刚的因为这次的重点是群众协作，协作呢跟合作，其实 collaborate 跟 cooperate 其实本来在英文的意思是非常相近的，可是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们把它的意思拆开。合作呢，我们刚刚讲的是说要取得大家的共识，就是要大家都同意往某个方向做才叫合作。所以你三个人就有三组嘛，第四个人来就要再拉三条线，然后第五个人、第六个人、第七个人。所以如果一个房间里面有十个人的话，要让他们都彼此合作，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有二十个人的话呢，马上就会出现说那谁听谁的话的这个问题。那这并不是什么就是技术上的问题，这是人类沟通能力的一个问题。那协作呢则不一样，协作是每个人自己按照自己想要做的方向做。这个是在占领中环的时候有一个漫画家画的，他说以前的香港的社会运动在占领中环以前都是用合作的方式来做，所以每个派别呢都要服从大会的领导，大会有个决策，然后每个派别呢有一个想法提到大会的时候，大会就要投票，投票的话他可能通过，然后这个长毛就很高兴，或者他可能不通过，成员就很不高兴，他就说我不玩了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是这种阶层科层次的领导，所以就是一定会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然后到最后运动就会分裂啊什么啊之类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很习惯这样。可是呢占领中环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因为在战中的前一个晚上他们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了，都被抓去警察局，所以在战中爆发的时候他们是没有领导人，就是说没有人在那边带像以前的那个大会那样子在带人，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就同时占领了大概7-8个地点，然后每一个地点呢就是完全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有些人做路障啊，有些人做盾牌啊，有些人先说要埋地钉啊，有些人跑去练什么咏春拳啊，是吧？对，然后对，然后那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完全是用直播啊，就是每个地方都知道每个其他地方在做什么，所以只要出现一个好主意，好比像说架一个关圣帝君，然后在那边，然后黑道就不敢过来了。然后呢，别的地方就说：“哎，这真是好主意。”所以我们就看到关圣帝君到处都冒出来，然后还有人改成什么圣母玛利亚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在当时是一个协作的状况，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就自己往前做。如果呢是少数呢，到最后就慢慢就没有人管了。可是如果是好主意，其他地方的人就把它合并回来。OK。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协作的想法，就每个人各行其事，可是呢随时保持沟通，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需要事先问过别人，可是好主意到最后会留下来，这个是所谓的协作 collaboration。 那我们在网际网络上面要形成协作要有前两个条件，就是要先有连结再有分享最后才能协作，如果一下子就跳到协作的话是没有人来跟你协作的。我们举萌点当作例子，萌点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我家这个网站，就是为了要让每一个词有自己的网址，所以好比说资料这个词它的网址就是 moedic.tw 斜线资料，而且你一旦知道资料的网址是这个，那你也同时知道材料的网址是什么，因为就是改一下那个网址后面就是了嘛。 OK， 那可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是所谓四星级资料，那这样的好处是你滑鼠移到材料上的时候它会直接跑出材料的定义，因为它去读材料这个词的定义就好了，就所谓的五星资料，就说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出处它都可以再去连到每一个别的词的定义，这是连结。那当然呢并不是每一个词字典里都有，好比像你如果要查开放资料工作坊这个词其实就没有，那但是呢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会帮忙把它断字断成开放的定义、资料的定义跟工作坊的定义。而且如果你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或 Google Plus 上面分享，就是你打 moedic.tw 斜线开放资料工作坊，它会帮你配一个很漂亮的九宫格的图，所以其实很多人用这个来就抒发他的心情，会出现什么今天天气真好什么之类的，就是把它当作那种举牌小人在用，那就是大字报嘛，因为脸书打字就这么大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打字的话就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大这样。然后如果有人点进去的话呢，他还可以看到说哎，这个字它有很多我们的自由字体可以使用，所以说他想要知道这个字它在篆书是怎么写的话，哎，他就可以知道在篆书是怎么写，所以就是像我妈在练那个字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当做碑帖来用这样子，就蛮好用的。好，那如果一个月有大概600万人次每天在那边分享这些东西，
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发起任何活动的时候，举例来说，像当时就是教育部发起了一个字典啄木鸟的活动，他希望大家去挑重编过一次里面的问题。那我们就想说，好，我们有结构化资料，我们能够怎么样帮忙？我们就想说，我们用程式去筛出，如果有两个词条，它引同一段字，但是中间差了一个字或两个字，那可能是有一个字是打错字。好比像是甲午战争的时候，张景琦他写了一个回忆鸣笛飞空，标轮逐浪，脱险真奇绝的一首词，可他呢在有一个词条里面打成了脱脸，那可能是其实不是张景琦的问题啊，是工读生打字的问题。那就是打字的时候他打错了，但我们看字典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我们其实不会发现，但程式会发现了，但程式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所以当时我就在蒙姐的右上角有一个就是啄木鸟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看的人能够进来，他按这边就可以去 Google 去看说这句话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出现，那只有在教育部的词典里面有出现，然后也许这两个字都对啊，因为也许是异体字啊，或者无法判断，而且还可以留言，就好像是一个留言板一样子。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说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人看到这个来贡献的按钮然后按下去，那也是很多啊，对不对？一个月600万，那也有600人啊。好，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好比方说像标轮，没有人觉得是脱脸，5个人觉得是脱险，那就很明显是脱险，而且还有人留言说脱脸是奇绝了，可惜杨然拍过这部电影已经没有新意，这样就是 face off 这样。好，那所以这个 face off 当然 是很有趣，就是说大家会把它这样子留了言之后，这个人就会觉得很好玩，所以他就会再分享这个活动，然后就会更多人来玩。所以在就是18天里面，我们就送出了5000多个校订，那其实就是那个活动其实也才收到大概6000多个，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绝大部分是我们这边提供的。那教育部也真的就去找了老师，然后就把这5000多个一一的都修订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蒙点是已经是对的，就是已经教育部改过的版本，所以这个就是群众协作。那原住民词典也是另外一个群众协作的例子。原民会本来就有一个大百科，可那不是原民的，就是那是汉语的词条，只是说列出一些跟原住民相关的东西。那后来呢，就是原民会再上线了一个族语的词典，可是我们现在还在问授权，就是他们还授权也还不是很明朗。那但是我们如果去原住民族的那个线上词典网站看的话，会看到说，哎，虽然有很多族啊，可是台湾最多人用的就是邦杂阿美族，其实是目前在上面是没有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邦杂其实是非常多人在用，他们有2本，一本是阿美语网中文，一个是阿美语网中文跟英文。那这个比较古老，好像是1960-70年方敏莹编的。那所以我们当时在 GDM 频道上面就在试着找到电子档，然后试着取得他们本来的人的授权。那但是呢，因为就是都是很古老的，所以虽然后来拿到申请工会的授权，他们其实也没有当年那个签字排版的那个，其实当年也没有电子档这个概念了，所以他们就是给了一本书。所以在8月那个黑客松里面，我们就把它扫描成图档。同样的，就是也有一位工程师把它切成横条，这次就不是豆腐了，这次可能豆干之类的。然后有人把它做一个初步的机器辨识，然后有一位族人，就是阿美族人，去比对60年代到70年代到现在的那个族语拼音的改变。最后呢，我们也是这样做了一个游戏的平台。所以呢，你只要上去，然后打 AKA don't negative comment 不要不准否定命令，就可以把这一行数位化。那其实你不需要懂阿美语，你只要会打英文跟中文就可以了。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会写一个说明手册，说这样子是空的，不要打。如果不小心切到横的，就是切到斜的，只要打这个完整的这一行。所以同样，你看是一个游戏的一个界面，然后同样是打字一教、二教、三教，然后每一行大概3个人看过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就发现阿美族人很多，这样，谁跟 YCC 给张正月，然后阿美族人的朋友也很多，所以就一下子就呼朋引伴呢、啊，在53小时之内，全部8万多个词条的阿美语的那个词典这么厚，就一下子就变成了数位版。所以现在就是，如果大家用浏览器去 amis.moedic 的话，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阿美语的词典。你可以用中文去查阿美语，用英文去查阿美语，或用阿美语去查英文跟中文。你就是阿美语的这个念 slada， 是正四边形的意思。所以完全一样的群众协作的这个概念，我们也用在社会运动上面。那这个是就是中秋那一次哈，那一次是就是我们这些做开源的。叫做 Coast Cup， 就是一个开源人年会，刚好就是那一天的早上。
那我们在晚上呢，其实就是一群人，一群很宅的人窝在这边。然后那其实当天我没有去，但很多朋友有去。然后他们窝在那边就发现说网络是完全连不上的，3G 因为人太多是已经断掉了，所以手机呢其实是等于是废物一样。那手机还能做什么用呢？可以当手电筒用，所以大家就这样子，然后就变成这样。那但是呢，大家坐在那边就在想说，哎，我们如果在街上，如果手机是断讯的情况之下，到底要怎么样维持通讯？怎么样维持这样子一个运动的一个有秩序的状态？所以他们这些想法其实放在一个线上共笔文件，叫做第一次公民运动就上手，也是一个坑，然后也是一个开放的文件。然后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就在线上不断的讨论，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那这个是我在奥地利在去年十月的一场演讲 ，Die Sonnenblumen Bewegung， 就是向日葵活动。那这是线上社群 ，Regierungen 就是治理架构，政府 Transparenz 就是透明。那我当时跟奥地利朋友讲的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说大家可能有听过维基百科，就是 Wikipedia。维基百科它在2003年的时候，把它后面的城市码全部都公开出来，所以任何时候你只要对维基百科不满意，你可以拿到它全部的内容跟全部的城市自己加一个，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继续往别的方向发展，就它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开放源码的精神。而它这样子释出的那个动作，那个 Media Wiki 那套系统用的 logo 就是这个，就是向日葵。然后后来我们用的共笔系统 Hackpad， 它就是一群铅笔围在一起，也是向日葵。所以就这个梗可能十年以前就已经铺好了。所以我那时候跟奥地利朋友就是说，任何有这种线上协作习惯的地方，到最后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分散式的公民运动。那就是说并不是说像太阳花是台湾独有的或者是香港独有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它就是任何有这样子协作习惯的人本来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活动。那我在那次演讲的时候刚好是战中的第一个星期。那战中我们知道是在9月26号开始，是一个完全自组织的，谢谢，做事的人最大，因为他们的领导人都被抓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他们被誉为这个就是世界上最有礼貌的一群示威者，这样子。这个画面我们以前在台北也看过哈。然后那当时呢，我在战中爆发的那个晚上，我在德国，我在 Düsseldorf。然后他们就架起了一个投影机，直接投到就是中环的建筑物上面。所以任何人只要发一个 tweet 或者发一个 Facebook 讯息，那个讯息就是加油打气的讯息，就会出现在所有人眼前。啊，你就看到当场的人对你打的这行字的反应。所以就是在千里之外的人也可以键盘参加这样。那然后当时在 Twitter 上面就有一个外国的记者，他在香港就说，哎，这个战中运动他的组织的网站啊 ，Today Call for HK 啊，是他看过技术上面最先进的一场这个抗议活动了。啊，他的朋友说，等一下，这个网站我好像在哪里看过。然后高嘉良就是 GAV 的四个发起人之一，就说，对啊，你们没有看错，这个是太阳花的同一套系统，是整场输出。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本来就是318的我们支援的这些人，当时刚好在香港有个研讨会，所以就直接把技术都传递过去。然后那这个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去到这个网站之后，可以看到直播、地图、最新消息、物资请求，左边有所有相关的连接。你如果想要加一个连接，只要加按这个编辑，它就会跑出一个试算表。然后你在试算表的 A 栏填入网址 ，B 栏填入 label， 填入它的就是标签。然后你把它重新整理之后，所有人都会看到新的，所以就是大家共用的书签的一个概念，所有相关的网址都可以往这里面丢。所以当时就是也有地图啊，因为他们占领区有7个嘛，所以你就可以看每个地方的警察啊、防线啊、救护站啊，所有这些及时的资讯。然后也有我们刚刚可以看到高雄七方用同一套系统，他们也用了就是时间表啊，跟就是及时的媒体的播报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呢，同样的也有同时4个或者9个画面的直播跟讨论。那但是我在德国对我最有用的就是这份物资表，因为它每一个占领的地方是一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每一个地方它需要水、需要保矿利益、需要什么东西，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地方的状态是什么，然后物资也不会就是过度的集中，能够很充分的去调度。那这一套系统其实界面改写是高雄气爆的时候改写的，那气爆的时候用了这套系统。当时其实就是想要说，大家在很焦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能够把我们收集到的资讯情报集中在一起。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气爆刚发生没有多久，就是有一个人，这些都在 GDV 的聊天室上面，所以我们每一句话都有时间码，
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2:01分的时候有第一份 hack folder， 就是第一份会诊。那05分的时候 Tony Q 做了第二份，那这就是协作嘛，各做各的。可是因为我们能够分支也能够合并，所以说呢，而且是用机器合并，所以很容易。所以他们到2:07分的时候就把它合并在一起，变成就是等于是统一对外的一个高雄气爆事件的一个 hack folder。 那然后后来我们事后访问 Tony Q 就说他其实只放了4个连接，所有其他都是网友自己补上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协作，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有地图、有时间轴、有事件，所有这些编辑。那完全一样的这个想法，这个 hack folder 呢，也用在最近的尼泊尔地震的救灾上面。尼泊尔在地震震后呢，就是每个地方它的灾情，然后这边也是，你看完全一模一样，同一套系统。然后那在这里有很特殊的，就是这跟之前的大的灾难不一样，我们在发生的第大概30小时左右就拿到了新的卫星图的资料，所以说呢，就是 OpenStreetMap 这个社群，就是大家能够自己在家里看着卫星图去画那边的路线跟地图。因为加德满都其实 Google 跟苹果都有投资，可加德满都的郊区其实根本没有人画， Google Street Car 是不会开到那边去的。那可是很多受灾很严重的地方是在郊区，所以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把地图你看也是切成一小一小一小块，然后呢，你即使是第一次来的人呢，你只要看那个使用教学，大概花30分钟左右就可以上手。上手之后，你就认领一小块，然后呢去看地震前的地图，然后去标什么地方是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然后再看地震后的那一份卫星图，什么地方是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大概就可以让就是红十字会啊这些救难队去的时候也是能够直接下载，因为这个也是就是开放源码的，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印出来或下载使用。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受到震灾最严重，以及他们要用什么样的路线进去。那在就是我们所谓黄金72小时里面，有2000多人协作自主，里面大概100多人是台湾来的，然后大概7万条道路跟15万个建筑都就是辨识完成，然后给救灾使用。那这里的重点就是说，这2000多人里面，大概有1000多人从来没有变过地图。那所以这是一个并不是说只有专家才能做，因为你如果只让专家做的话，他们可能要200个小时，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就是要让新手也能够做，可是新手做的时候并不是盲目的做，是在专家的带领之下做，这就是大家一起变专家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哎，突然之间我们就多了1000多个人会制图这项技能，然后也同时在帮尼泊尔的忙，这样子。那这里是没有时间多讲，但就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愿意在千里之外去帮尼泊尔、去帮香港、帮台湾，是因为有一个认知上面的直接性。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你在看直播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会想说，我如果现在发一则加油的讯息，我如果多画一条道路，我如果多做一个什么事情的话，也许下一秒的事情的方向就不一样，而且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怎么样。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千里之外的人也会愿意像是在照顾一个花园一样，去试着尽一份心力，然后去试着让它就是往好的方向再走一步，再走一步。所以因为是有这个认知的直接性，有它的直播，有它的即时的卫星的资料，有这些东西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协作。好，那当然所有这一切的雏形是在我们叫第0次向日葵数位体验营，就是318的那22天里面，就是首先去把这些东西试出来的。那同样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大概讲一下距离 B 在318做的事情。在318就是当时是我去支援他们的晚会，我本来以为他们的晚会只要办到晚上10点，然后所以我就去那边，然后帮忙把网络加起来，然后把我手机放在那边，然后提供无线讯号，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就想说这样子大概10点晚会结束，我就去把手机拿回来，这样子结果那个手机就拿不回来，然后就一直到隔天有人去交班了才还给我。那因为就是没有人知道，就是我们去支援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会翻墙进立法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翻进去之后竟然可以守得住。那所以总之进去之后呢，就有人拿拖鞋就夹住 iPad 嘛，就直播。可是并不是大家都有那个空闲的时间24小时守在那边看直播的，所以文字转播就很重要。那这个后来因为我们太常用这4个字，所以后来直接就叫做文播。
文播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们大家都戴着耳机在那边看直播，我们就把听到的东西就打下来吧。因为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去现场，但很想做某件事情的话，打逐字稿确实是一个抒发压力的方法。而且那个 HackPad 呢，你随时可以看到说，哎，有十个人在一起打，有两百个人在同时看，它同时有某种就是参与感。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文字转播设立起来，然后结果文字转播我们用那个网站就爆炸了。然后那然后可是因为现在是就是所谓云端运算的时代，所以他们就刷了好几台新的机器给专门给居林利用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不会影响到别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架了一台 folder， 那这是第一次 hack folder 的在使用，就是把每一场的文播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去用无线网络去支援他们的直播。那到了隔天319，因为在场内的人其实就是电池也用的差不多了，然后频宽也因为很多人聚集在那边，3G的频宽也满了。但是我们还好事前已经讨论过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用了一个没有人在用的频道叫做 WiMAX。 那 WiMAX 大家都知道在台湾的那个申办率可能是万分之一吧，所以因为没有人在用那个频道，所以就像高速公路一样非常的宽。我们就拿了一个 WiMAX 的机器去，然后呢就在场内场外的直播都用 WiMAX 去呈现。那在这场运动之后好像不到一年 WiMAX 就寿终正寝了嘛，就让位给了 4G 这样子，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瞑目了，在就最后有一场贡献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帮忙架了 WiMAX， 然后帮忙就是设立了直播。那在322的时候，当时我在现场就是发现说，哎，外面有传一个谣言说里面的人被打了，外面的人就要冲进去，可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就有一个穿外套的同学从这个就是占领区出来说，哎，我们其实没有这回事。所以我就想说，其实 WiMAX 去然后再传再出来，每个人在自己电脑上看，其实还是有个时间差，谣言传播的速度还是比真相传播的速度快。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就在这中间直接拉一条网路线，然后呢这边用一个很困难的帆布棚去直接直播里面的状态，里面呢也用投影机去直接直播两边的状态。所以就好像是说这堵墙像透明的一样，两边可以直接看到彼此，那这样的话就不会乱，然后谣言就不会传。那当然就不能不提324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多人拿着 iPad， 然后拿着 WiMAX， 然后就一起跟取行政院拍。那因为我们是中立的，我们也没有避开什么窗户被砸掉啊或什么之类的状况，那所以就是发生什么事就拍什么。那但是在有 iPad 直播的那一侧，其实就是双方都还蛮稳明的，就是警察跟就是运动者都还蛮稳明的。可是在没有 iPad 直播的那一侧，听说非常的惨。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当天就发现说，哎，人类在有直播跟没有直播的时候行为是不一样的。那这其实这是常识啊，但是就是说当天就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情。那因此326的时候，我们就发起了另外一个专案，就是公民记者证。那你就是连到那个网站，然后上载你的相片，打入你的名字。这边呢是这个就是大法官的视线，其实是这4-5年才有的。他就是说对于公共事务讨论与监督政府的一般的这种具新闻价值之资讯，任何一般人都可以做跟新闻记者一样的采访行为，而且需要受到跟新闻记者一样的保护，只是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做完之后呢，就可以用 iPhone 或用家里的印表机印出来，然后就有很多人就直接印了之后就把它贴在 iPad 后面，然后就到处跑。所以我们在地上就多了很多个讯号源，所以就变成是说任何地方都有人在看，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克制这样子。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后来就没有再出现就是很激烈的冲突或者暴动，有人流血都没有。那第一次这样应用是329，329有一群白色正义，他们是就是专门抗议的抗议嘛，就是他们觉得说不应该抗议，所以他们要抗议这件事情。那但是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也有人去跟着去直播，然后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也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就大家好好的让他们把想讲的话讲完。而且他们讲完之后还写了信来 GDV 说，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办过活动，然后呢就是音响啊随便什么这些东西呢他们其实都不太会弄，所以这效果不太好，那我们会帮帮忙这样子。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本来就有整理一个就是怎么做户外直播活动的这样一份文件，所以我们同样也提供给他们。那后来他们去台北车站好像办得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说不平则鸣，就是说如果你让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好好的讲出来，有人直播有人看，就不会发生更激烈的冲突。那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四月五号就是公民制宪联盟用占领华尔街的手势在那边做公民审议，那这个我待会是下一节会讲到。那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做公民审议的人合作，我们架了一个线上的空间叫 Lumio， 把他们想要讨论的就是所谓制宪会议啊，所有这些最近好像很红的这些话题都把它放到网络上，让它能够延续讨论。那所以这一节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当初支援直播晚会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人要翻墙，但是要连上墙里跟墙外只有中立的网络可以做到，那通讯可以减少冲突和误会，我的本意就是这样而已。这里的墙里跟墙外它可能不只是立法院的墙里跟墙外或行政院墙里跟墙外，它可能是中国那一堵防火墙的墙里跟墙外，或者是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未来不同的星球之间。那但是所有这些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先让墙两边的人可以互相看到，你才能够沟通，有沟通冲突跟误会才能够减少。那这个是 GDV 在318就是做的一件事情。那所有这些同样的技术就是在这个之后，就是我自己就是跟行政院合作去做关于公民参与的事情。那同样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再下一个部分，谢谢。就是去年的一个朋友帮忙做的 Peggy 吧，对 Peggy， 所以你跟 Peggy 也熟，相当熟，对，就是副院长会，就是这一
蛮多你们的朋友的 Tony Kira 什么，对对对，去介绍这一方面的事，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也渐渐有想要研究这一方面的。就是我第三部分就是会讲、就是还在刚开始的时候，对对，但是主要也是有配比的，不然呢，技术的对这方面，我们会有比较我们官方的一些立场，要去运用它，都会帮手帮脚，对，真的，那就有配比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角色进来，哎，刚好整合在一起就。对啊，对啊，但是我记得 Peggy 他其实不做内容，后面那些内容其实还是不那同人做的，那个真的很精致，就是状态很好。对，就是大家小五这样的，然后我们是还是要我们讲我们官方的立场，然后再透过 Peggy 的包装的。对啊，对啊，对啊。对，我觉得这次做的蛮有趣的，就是说，当然我们会觉得说他在政策也是到很后面才做，就有一点，对，有一点好像就是有一种就是事倍功半的状况，就是你要花很多力气才能把那个印象扭转回来一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也是蛮做的蛮不错的，对，真的不容易。哎，你这个拍照放都 OK， 完全都 OK。我们是没有一点的，我们只有高中三年都。我们也是国，就是国一国二是这样的，就国三考完那一年才出来的。
们就开始第三个部分，也是同样半小时。那刚才提到就是群众协作，以及说透过直播，然后觉得说自己能够参与一点点，然后就可以吸引很多人愿意投入，不管是帮一点忙啊，还是做一点文播啊，还是做一点打字啊，所有这些事情。那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人叫做Jacqueline， 就是蔡玉玲蔡政委，他其实是从最早是然后他刚上任没有多久的时候，就跟GDV 这边有合作，就有接触，然后这些完全都是在318之前。可是在318之后呢，就是当时就是做了一个叫什么经贸国事会议嘛，然后国事会议的时候呢，就跟一些GDV参加的直播的朋友合作，就想说不只是会议要直播，而且是就是线上网友大家的意见也要透过投影机投到那个墙上。那然后在墙上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质上面参与那个会议，但至少让就是两边彼此看到这样子。那从那个之后，当然就是行政院出现新媒体组，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就是试着跟就透过网络跟大家一起沟通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实际去看就会发现说，大部分着重的地方还是在怎么样就是传达，怎么样沟通，就怎么样去让行政院目前的状态给透过网络给大家知道。而比较不是怎么样收集网络上面的意见回来让行政院的朋友知道。那中间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行政院已经黑掉了，按照那个网络上面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这个行政院官方 网站的账号啊，或者是说这个在 Facebook 或在 PTT 上面说，哎，我们征求大家的意见，那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个杂讯比，就是杂音讯号比可能是10:1左右，就是会有一大堆打人的警察抓到了没有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声音，然后真正就是有建设性的声音是不太容易留下来的这样。那在这样子一个相当困难的情况之下，那 Jacqueline 他其实本来的本职的业务，就是他加入行政院是要做虚拟世界的法规调试。什么叫虚拟世界法规调试呢？就是去看说我们目前的法规里面有哪些东西在网络时代其实已经不那么合用了。那举例来说，像群众募资，就是透过网络的这个募资的行为，或者是说像现在很多公司他会希望有技术股，就是才能够就是吸引就是早期的创业公司或者是网络公司，那或者是说远传劳动，远端劳动，就是说能不能上班不要打卡，上班如果不打卡的话加班怎么计算，那还好像有什么女生10点之后不能够上班，可她如果是在家里的话这个到底要不要算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很多因应现在这个时代而法规已经不一定那么适用的东西可以透过法规调试来加以解决。那她就面临一个困难，就是说去拟远端劳动的这些法规的专家们自己通常都是在办公室工作的，去拟这些创业啊或者是群众募资相关的法规的这个就是部里的同仁们或者是教授们自己从来没有创过业，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个法规的制定者跟法规的受影响的适用者两个中间脱节的这个状况。那在行政院里面用来解决这个方法的方式只有一个，叫做公听会。可是公听会 我不知道大家对公听会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一般对于公听会的想法就是有点像是被摸头那样的感觉，就是说首先来的人是蛮固定的几批人，然后同样的他们来的时候会讲的那个意见呢，其实大家事前差不多都知道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偶尔有一些讲的意见跟行政院想要听的不一样，可能还不一定列到会议记录里，列了之后呢其实也不需要做决策的参考，然后法规在推出的时候呢根本就不会去引公听会里面的话这样子。有一个叫柯文哲的，他在福茂公听会讲了4000字之后发现他讲的没有任何一个字这个被听进去，然后之后他就很愤怒就去选台北市长了这样。然后就是说本来就是你第一次可能是很高兴的参加，可是发现说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听，到第二次就很挫折，到第三次就变报名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是他是有这样一个不良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循环。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可怎么样可以让公听会这个形式变得更好，或者说怎么样让公听会这个形式能够跟线上参与去结合。那所以在当时就是在GDV 的黑客松的时候，那很好玩，因为在 Jacqueline 来提案的前一个就是台北林先生，就是林祖仪，
他在提的是1129的那个罢免案，就是让大家去收联署书，然后去把那个蔡正元罢免掉，让他们真的收到联署书，进入第二阶段的那个案子。那那个案子也是用群众协作的方法来做的。那然后他之后就是 Jacqueline 就来提案，就说我们现在要做现场法规调试，可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听网络上面的人，让网络上面的人参加决策，而不会到达就是洗版啊，或者是就是很难以参与的状况。那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有一堆人跳坑，这个是当天的，我们后来 team 变比较多，变20几个人。那里面就包含说，就是有一个叫做卧草的一个团体，他们做国会无双，跟那个当时市长给问吗，就是让会抛很多问题，然后请连胜文，然后请就是冯光远跟柯文哲回答嘛，然后跟就是我之前有讲，就是临时政府立法院国会大台制的开发者。然后还有 Peggy， 就是冰后人生 的开发者，然后福利倾听，然后当然蒙店，就是我们这几团的人，等于就是聚在一起，在当天去针对 Jacqueline 提出的这个问题，去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我们刚刚在就是提到的从318、从战中、从这些东西累积的这些技术，来去让就是公民参与这件事情变得比较有可能。那我们就参考一些国外的文献，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这是所有国家都碰到的问题，所有地方都碰到的问题。就是公民咨询有三个障碍，最简单的就是说，越受法规切身影响的人，越不知道正在通过哪些法规会影响到他们。相反的，就是智库啊，就是专门做这些法规研究的人，他们最不受这些法规影响，可是反而最知道会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那接下来就是说，即使愿意透过网络参加讨论，那很多人一上来就是骂，就是说这个玩具为什么没有照顾到这个需求啊，为什么没有同性落实啊，什么之类之类。可是他并没有用就是行政院这边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就是他并不 actionable，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做正面回应，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评论。假设他能够了解又能做出有效评论，那他就要真的去看法规了，就是本来法规长什么样子，想要改到什么样子。那他就会发现是说，每一个法规里面的定义后面都是更多的法规。事实上有一个叫做法规会的部门，专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就是说，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说每一个专有名词的定义是什么。而他如果每一个月要去那个就是法务部的那个网站查的话，很快就会发现组合爆炸，就是除非你专门就是学法律或学公共行政的，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了解这后面的完整的那个脉络。所以如果要让就是网络上的人参与政策形成的话，就要先解决这三件事情，先解决这三个障碍，不然的话即使那个公听会形式办得再好，永远还是就是有特定技术能力，有特定就是法规技术能力，或者智库或者这些 lobby 的团队在参加。那所以我们就架了一个网站 vtaiwan.tw。 那这个网站的状态蛮特别的，就是它并不是委托案，就是大家都是志工，然后所以等于是就是 Jacqueline 蔡政委他用个人的身份来去领域挖坑，然后大家就是用志工的方法去帮他架了一个网站，然后也没有收钱，然后就是大家用零碎的时间去参与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野生的网站吧，然后就把他的就是虚拟世界法规条实案列在上面。那我们的有几个特点，就是说首先不投票，因为一投票就会出现灌票的问题，然后不联署，没有门槛，然后呢而且不预设解决方案。那最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请各部会提上来的时候呢，提的是目前的问题，他们即使已经有研究案或即使已经有草案，他们不要一下子就提出那个东西，他们是先提出说我们面临了什么问题。好比像说财政部关税署会说我们3000块以下的关税不收关税嘛，3000块以上才收嘛。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所有的中盘商每一次报关都报2999，所以我们一毛钱都收不到。好，那他们其实本来已经有一些想法，可是我就是请他们说那些想法都不要提，就是提说我们现在碰到什么问题，我们希望大家来帮忙想办法。那这样子的话才有一个所谓开放参与，就是不预设的圈大的一个状态。那提案方呢，通常都是用所谓我们叫做公文的形式，写了大概1万字左右。那但是同样就像那个政治现金，你一整页是不可能看一次看完的，10000字也是没有办法一次看完的，尤其是在手机上。所以呢，我们就跟资策会科法所的人合作，他们是编辑群，他们把它切成400字、400字、400字，就是说每一个问题的一个小方面，一个小问题，
然后把它用400字左右去描述，然后里面提到每一个专有名词，好比方说什么叫做群众募资，什么叫做闭锁型公司，什么叫做远距劳动，他们用小字典，那每一个字呢也是像蒙顶一样，你移上去会出现一个小方块的定义，那那个定义不会超过140字。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因为在网络上面论战，80%都是在吵某一个名词的解释权，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医疗纠纷，到底什么叫做不就责，到底什么叫做新创公司，就是说大家其实会花非常多时间来吵这件事情。那我们透过小字典就是在说 OK， 我们知道这个词它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这次讨论里面请大家就是以这个意思来讨论，那这样子突然之间就是高达80%的那种，为什么它位置没变啊，高达80%的这种就是比较没有建设性的讨论突然之间就避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加了一个讨论区，那这个讨论区为什么不是直接用 FB 就是脸书或 PTT 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家的讨论区我们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部分的删改。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上来他留了50个字，里面有5-10个字是人身攻击，就是脏话，一大堆惊叹号之类，那在 FB 或者在 PTT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它 整个删掉嘛，或让它留在这边，然后影响接下来讨论文化。可是在 B 台湾呢，我们是把那5个字删掉，然后发一个私人讯息给他说，因为你违反我们的使用规范里面第5条说不可以人身攻击，所以我们删了你这5个字，可是你的主要意见的另外45个字是保留的。那通常一个人被这样子删过1-2次之后，就会学到说，就是在这边提出意见都会被尊重，人身攻击全部被删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讨论文化是可以比较好的被建立起来。如果他是一下子被全部删掉，他下次会骂得更严重。对，所以就是说他是透过一种就是部分修改的方式去做。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好比像说金管会政企局，他是就是最热烈的一个，因为我们每个部会上来提这个问题然后想法，只要回应里面有出现问号，就是说去问说我们目前现状是怎么样的话，每一个部会有自己的账号会答应在7天之内回复。那政企局的话通常好像7个小时不到就回复了，就是 每一个部里面的那个牵扯的 level 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政企局他们自己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就是群募这件事，所以好像牵扯只需要牵一层这样子，就不像其他可能要牵2-3层，所以他们就回得很快，回得很快就有很多人愿意讨论。那所以这边就是在讲说，哎，我们目前有现在这些投资方式，那能不能改善或者开放新的投资管道，然后我们会说初步讨论期是2月1号到2月18号之类。那同样经济部会来讨论闭锁型公司，然后赋税署来讨论就是大家都报2999元的关税到底要怎么办啊 的这个问题。然后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说，哎，初步的讨论期是多少，然后目前有多少人留言。那我们的设计就是说大家7天之内回复就是对于现状的问题，那如果是国外法治的问题的话，自测会科法所会回复，好像英国怎么做，美国怎么做，日本怎么做这样。那所有这些留言里面只要是有建设性的，就是说他是分享个人的经验提出新的想法，反正只要不是很空洞或者骂人的，我们就会把它 mark 起来，就是把它变成高亮度，就是说哎，这个留言是有建设性的留言。所有有被 mark 高亮度的人都会受邀到行政院参加咨询会议，所以就是那场咨询会议就是请那个领域的专家跟部会跟就是我们叫做工作组来实体上面面对面去沟通说部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专家的意见是什么，但是呢同样的就是各自表述各自的想法，而不是说一定要做出决策。所以说在这个直播的情况之下，就是没有空来的工作组也可以在远端收看。然后在咨询会议里面每个人的发言顾问团的发言专家的发言都会跟线上的留言都会又被转写回刚刚的那个讨论区，所以就是说你在讨论区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完整的政策讨论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比本来公听会好的就是说我们留下了一个完整的讨论脉络。在以前举行公听会是通常是在有草案或快要有草案的那个时刻，我们等于在这个时刻往前 再拉了1-2个月左右，在形成的初期就先做咨询。那咨询完之后呢，就是大家这些有建设性留言的人就会受邀加入工作组。那工作组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之前在线上在线下所有这些记录下来的意见
把它汇整成我们叫做建议规格书，就是 spec。 那建议规格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民间这些实际会受到政策影响的人觉得说，这个法案或这个法规在制定的时候它应该要满足什么，应该不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不是学法律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法律文字去描述，但是我们请就是你的法规的教授们，或者是法规会的朋友，或者是行政院朋友，在你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它是完全是一个建议性的一个状态，但是部会也答应说，就是在法规推出的时候会逐项针对就是工作组的建议去说，哪一些他们采纳了已经放在条文里的第几条，哪一些没有采纳，因为这个事实上不可行或根本不是该部会的该管，然后之类，就是说大家就不会觉得说我发言是没有用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它会变成就是政策形成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那所以我们举非常实际的例子，就是这是数位商务模式在闭锁型公司股权群募跟网络交易课税，我们实际工作组 meeting。 那 meeting 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是闭锁型公司的草案的作者邵老师也有来，所以我们就是逐条讨论，他等于也加入了工作组去说他提出的每一条有没有真的去因应创业者的需求。那我们知道说现在闭锁型公司已经就是院会已经过了嘛，已经送到行政立法院去了，那群众募资金管会也已经发布了，那也是就是按照工作组的建议对它的上限啊什么都有所调整这样子。那然后所以就是开确认了这个记录之后呢，部会就会提出回应，然后呢接下来如果部会的回应就是工作组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再次聚会说呢能不能再做更额外的修正。但目前为止就是金管会跟经济部其实都相当同意就是工作组这边提出来的建议，所以我们也没有需要再次聚会，他们就直接定案了。那所以我们这边因为同样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九个案子都讲，所以我就是举一个非常非常实际而且也跟今天主题比较有关的例子，就是开放资料。那开放资料同样是国发会提出来抛出来一个问题的，于是那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事实上现在有一个叫规费法的东西，规费法说任何人来申请资料给特定人资料的时候应该要按照成本填补的原则收取规费，所以如果 你印十张影印纸给他，你应该收那十张影印纸的钱。那同样系统的建制如果当时是厂商花500万的，那有点像高速公路一样，你应该慢慢的按照规费把那500万收回来，这个是规费法的精神。可是呢因为就是现在的这个内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资料应该以免费为原则，然后收费为例外，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而开放资料基本上是不应该收钱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规费法跟开放资料的一个冲突，那这个冲突是国发会应该需要解决。那就有一些部会觉得说我不收钱很好啊，不收钱本来就没有关系，我工作当中像教育部它本来就会产生这些字典啊，他们不收钱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用来赚钱的。可是呢又有某些特定的单位尤其是地理图资跟气象资料，他们真的是有用这个在填补他们的成本。那又有一个很特殊的单位叫做那个故宫博物院，他们完全就是在卖就是他们的 trademark， 而且他们 自己立了一个条例说他们不受规费法的规范这样子，他们很厉害。对，然后呢所以就是说 有这样子三种不同的部会，然后对于开放资料就是他 accept 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去气象局的网站就会看到很诡异的现象，就是它会有一个网，你在它的首页你按进去会有其中一页说我要收取规费，而且所有这些资料呢你要先填申请书然后什么之类之类，然后收很多钱。完全一样的资料你点到它的另外一个链接说它是开放的免费下载然后可以任意利用，然后就是有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两个网页中间差了大概10年吧，就是说这个是10年前的，然后这个是可能去年才做的，可是因为规费法的限制这个网页不能撤下来，然后可是因为开放资料的要求这个网页也还在，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对，然后那反正是一种很诡异的现象。所以国发会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开放资料以免费为原则收费为例外，到底怎么样判断那个例外，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收钱，什么时候我们不应该收钱。那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刚刚不是说有5颗星吗，他们说是不是3星级的资料，就是说 Excel 档我们本来在公务过程中就会产生的整批的档案不收钱，如果4星5星就像蒙点那样子做到每一笔资料都有网页，因为要额外请厂商建制，那就4星5星去收钱。那他这个他
它很好，其实它叫做刍议，就是一个想法而已啦，就是不叫草案，因为它这样一提出来就被部会也骂，然后被社群也骂，这就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很多部会它其实根本还没有到三星，有些部会它本来作业就会产生四五星的资料，那这个时候说四五星要收钱，对这些部会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个是机器读起来容不容易，跟要不要收钱到底有什么关系哈？所以国发会自己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想法，那这个就是非常适合做先期公众咨询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在等这样子一个答案。那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有个咨询会议，咨询会议之后呢，就是工作组的聚会，那是用就是用审议民主的方式来做。那我待会会大概介绍一下方式。就是说我们那一天是讨论远距教育，讨论80分钟，在讨论开放资料例外设备原则，也是80分钟。那每个80分钟里面是先简报部会这边想要问的问题，接下来15分钟初步意见讨论，那完全就是线上即时直播，而且也有文播把我们讲的每一个字打到线上。然后呢，在线上直播收看的远端的朋友们呢，同时也在旁边聊天室自己讨论，说我们现在讨论到的东西他们也有意见，只是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要干扰，所以我们先不去看。我们讨论15分钟之后就会切换到10分钟是线上的共笔，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会传的人去把线上这边只要不是来乱的都也拷到我们文播的同一份文件里面，所以就变成线上线下的逐字稿是 merge 在一起。我们这十分钟就去看那个 merge 在一起的逐字稿，然后让线下的人能够回应线上的人，就是之前提出来的意见，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建议的会诊，就是说先确立说每个人提出来的 option 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说哪些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哪些不适用，哪些适用等等。那同样的线上也同时在做讨论，接下来我们又回到线上，然后去把这个共笔做会诊，之后休息十分钟。然后呢，我在这十分钟里面把上面的全部的记录打成就是有意见强度的这样子一份建议书的草案。然后呢，接下来最后十分钟线上线下的人呢会逐条这样子念过去，然后大家去确认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共识，还是大家有疑义有问题。那最后只留下有共识的部分，那个部分就变成建议书递给国发会。所以实际上面运作的流程就会是，你如果是在线上的话，就会看到就我刚试着弄就是设定但是没有设定好的那个电子白板，就会一行一行的去讨论。然后讨论的时候呢，就是工作组在发言，这是工作组的镜头，然后这是远端的人自己在讨论的镜头，然后自己在讨论这边的有价值的留言会被放到共笔上，然后再就是切换到线上的那十分钟，这个荧幕就会变成是这边的东西跟线下的逐字稿 merge 在一起然后讨论。那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在远端的人的参与的程度尽可能的让他接近在现场的人，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受场地空间的限制，理论上可以同时上百人做审议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样。所以切换过来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在线上也有主持人，就是会有及时回应线上的人的问题，然后把他们就是已经澄清好的意见贴上来这样子。所以像这是远距教育，远距教育我就不多说，但是这里的重点是说我们是用 ORID 法，就是把意见分成事实、感受跟建议。所以像目前远距不能授予学位是事实，然后这个是感受，就是事实上有远距教育的需求，可是有一个相反的感受，说某些特定的课程并不适合远距教育。然后如果只有一个人，像这是叶秉成老师，他说我们给大陆的那个人如果给他们学位的话，台湾的文化影响力会增加这样子。那但因为只有一个人这样讲，所以这个是细的字，如果两三个人这样讲就会变成这样，如果大部分的意见就会变成很粗的字，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强度标记。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这样一连串下来，对于某件事实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想法之后就会提出不同的建议，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讨论。然后同样就是学分数、跨校修课跟其他建议。那这是我们给教育部的规格书。那开放资料这边同样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说本来规费法说要新建购置成本是要填补的，事实上有三个特定的机关是卖资料来养系统的。那但是呢，一般在咨询会议的时候，专家意见都是说现有预算已经产生的资料再次计费是没有道理的。那另外就是维护产出成本，它开放免费造的效益应该比编辑成本，编辑成本是什么，就是它储存跟网络传输的成本要来得高。但是也有一个人的意见是说，如果你的编辑成本太高了的话，也许可以减免。然后五星
这个跟四星收费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见，是说这是乱来这样子，然后以及提高资料金融是正常业务，不应该额外收费。而且如果你收四五星资料的费的话，那民间也会拿三星资料把它整理成四五星啊，盟点啊，临时政府一天到晚都做这件事情啊，那这样子就会变成是官民竞争的一个状况，那并不是我们乐见的哈。那但是反过来讲，如果特定厂商拿去盈利使用，像故宫如果授权给别人去做就是文化产品啊什么东西，那那个收一些权利金回来，哎，他们事实上是在收啊。那但是也有一个想法是说，可是如果人家赚钱的话是会缴税，缴税也可以回到国库啊之类。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那哪些资料应该要开放呢？是不是应该民间要审议，然后之类。所以所有的这些，还有就是机关的公告的方式啊，以及开放资料的定义啊，我们在之前线上都已经有非常完整的讨论，所以当天在工作组做的事情就把这些东西汇整成一个就是前后一致的叫做建议书的东西。那所以这是我们实际上做出来的建议书。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开放资料有三个要件，就是首先它的授权要容许商业利用跟编辑改增，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它要开放禁用，就是你若透过网络提供的时候，传输储存成本应该要用零当做原则，纸本跟光碟的话，因为有人事的作业费，可以收取相关的成本费用。但是特例，如果网络提供即时大量资料，能够举证其相关成本大于相关可能产生之公益，经审核认可后得着收规费。那在国际的开放定义里面，除了刚刚的开放授权跟禁用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开放格式。什么叫开放格式呢？就是说有至少一款自有软体，把它打开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不应该跟私有软体有差别。就像 Excel、XML 或那个 DOCX， 你可以用 OpenOffice 开，或用 LibreOffice 开，你不一定要买微软的产品才可以打得开。那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有一些厂商会希望说，哎，政府开放资料，可他开放那个资料需要你先买一个200万的软体才能够打得开。那这样的话，到底还叫不叫开放资料呢？好，那所以工作组集体的建议就是说，这不叫做开放资料，就是你至少有一款自由的开放的软体也打得开，才能叫开放资料。那符合以上三个定义的开放资料，以现有预算业务或应主动提供的资料，这个时候就不应该收取规费，因为规费是向特定人做成本填补，你开放资料是往不特定人，而且已经没有专属格式的限制了，本来就不算是跟特定人需要收的规费。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个特定人说你只给我，或者说因为专利或营业秘密他只能给他用，或者是他那个格式本来就只能买200万软体才能够打得开，这个时候就不叫开放资料，应该另定授权标准。那非开放资料的时候，你的建制维运成本当然就应该给跟那个特定人收。那最后的这个状态是说，如果是我现在去申请，但是我申请是能够让所有其他人都用，但是呢确实例如像说教育部他真的需要请厂商花6万块钱建制一套系统才能够做出盟点需要的那种结构化资料，这个时候他可以跟我收一次性专业服务费，就是厂商跟他报多少钱，那我们这边可以填补掉那么多钱。可是自从他建立完这个之后，他做出来就是开放资料了，之后就不应该再收钱了，因为之后他们也不需要再付额外的钱了。所以就是我们把那个各种不同状态 的理路都等于梳理清楚。然后呢，因为我们工作组里面有律师，所以这份就特别像法律文件，就是几乎是可以直接拿去用的这样。那所以下个礼拜就是国发会会第一次测试这样子一个准则，那如果就是各相关机关法规会都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直接变成开放资料的例外收费方法。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做公民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刚刚看到那些 ORID 的想法，都是不同的专家、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其实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完整的一个见解。所以就是透过大概66天的沟通，就是不断的在线上，就是反复的 debate， 反复的辩论，然后再加上咨询会议，最后才能够收拢成这样子一个状态。OK， 那最后就是说，国发会现在会建立咨询机制，来审核民间提出来的需求，那会纳入社群、工协会跟相关领域的专家。那每一个资料需求可能会判定成里面各资很多，或者是有国防机密或什么不应开放，或者是应开放，或者是其实这个开放只有一两个人能够用得到，那这样就是客制化资料，要跟那个人收钱。那要优先审核高敏感资料跟公益效果较高的资料，并且在审核的过程里面达到保障各自跟取势比较好的效果，就是有一个很完整的，就是中央的审议单位跟所有二级机关有自己的开放资料的审议单位这样子。那所以等这样子审议出来之后，机关就可以提早30天预告说哪些要收钱，
没有公告要收钱应该要免费，免费和没有授权的时候应该要声明授权，然后免费提供资料授权应该跟开放定义相容，然后慢慢会建立说机关的授权条款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所以就是连配套措施都帮忙想好了。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而且这里面的等于是每一句每一个字如果去看那个供笔的话都可以追溯到是在就是工作组会议的时候第几分第几秒谁讲出来的话，而他讲出来的话又是看着荧幕上哪一个人在十天前二十天前的留言做出来的，所以就是有一个扩大参与，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意见慢慢慢慢收拢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这个每个过程跟居里面其他专案一样都是有就是非常详细的记录的。好，那所以大概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做的状态，就是 V 台湾做的状态。那萌这个字它就是除了在日文是很可爱的之外，在中文它名词形式其实也有不同的意思，它是草木出身的芽，那是事物发生的开端或征兆，见为已知萌，然后其实也有人名，就是萌梨萌梨的意思。那做 V 台湾这个专案，我想就是说试着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哎最后草案要复委了或者什么服贸要通过了的那个时候，不要在那个时候去激烈的抗争，而是在它刚刚开始成型，事情就是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出现，行政部门跟人民可以一起来想要怎么解决，那这样子我想双方的关系是会比较好的。好，那所以一样休息十分钟，然后接下来就自由讨论，谢谢大家。
个，请说。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那我们常常办活动，那活动里面就有很多通知、很多讯息、很多照片，很多这些大家要分享或怎么样共享这个东西。那我之前用的是那个云端硬碟，但云端硬碟就不够的嘛。对对对，好像蛮限制很多一些共用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便利。是。那我在问老师说，有没有什么模式是可以？我不是很了解，就比较容易投这些。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有一种半开放的，因为那个团体是有人会进来，有人会出去。嗯那他所以只要知道网址或是什么一个讯息就可以进来，然后大家就可以做。所以你有用 FB 吗？有用脸书吗？因为一般大规模的照片或影片很多是用脸书的社团。用脸书社团。对对，这是算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当然有很多像有用 Flickr 啊或者什么，可那个就架设的成本就比较高。那脸书社团当然就是以目前的台湾的状况是触及率可能还是比较高。对对，当然我也会建议就是说你自己在云端硬碟或 Dropbox 或就是 Google 那边自己也留一份，就是因为有时候脸书会被检举啊或怎么样。对，那但是就是至少你用来传播的话可以放在脸书上。有时候需要共同作业一件事。就是一起文件，对不对？共同作业的话呢，我们通常是用 Hackpad， 就是 HACKPAD， Hackpad， 那个就是共笔，然后也是免费的，然后你可以就是开一个自己团体，然后也可以他就是把图啊字都丢上去。那个跟 Google Document 就有一点像，就是比 Google Document， 对对，我觉得功能稍微多一点。对对对，老师再讲一遍 HACK。Hack， 然后 PAD 这样 ，Hack， 对对对。刚刚在隔壁上面听到你声音很熟悉，特别快跟你打一下招呼。对对对，没错，是啊，是是。
时间差不多，我们大概还有40分钟的时间，所以其实就是不一定，谢谢，不一定需要就是设定什么主题，就是想到任何想问的或想分享的，或就是想说什么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也就坐着回答，大家比较轻松一点。那就是看有没有朋友想要聊什么。请我们传麦克风好，来。老师跟各位学长大家好，因为最近就是网络直播的议题蛮流行的，那老师这边是不是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比较，因为我知道他的那个平台跟软体蛮多的，那是不是帮我们介绍几个比较好用比较容易上手的软体？好 ，OK， 是吗？基本上这是完全看你的预算有多少，就是如果没有预算的话，最简单的就是 YouTube。 那 YouTube 它现在可以连到一个叫做 Google Hangout H-A-N-G-O-U-T、那 Hangout， 那 Hangout 其实 跟 Skype 就很像，就是说你在 Google 上面，然后邀几个朋友，然后就可以聊天这样子。那但是 Hangout 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在 Hangout 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按发起 Hangout 直播，然后他就会发给你一个 YouTube 的网址，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自己的电脑，然后你通常是接一个 webcam， 或者是像 iPad 的话就是用 iPad 的录影机，然后就直播出去了，那个网址就贴出去就好了，那这是最最最简单的，然后也不用钱这样子。对，然后那如果要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就是旁边还有聊天室啊、留言啊什么之类啊。那国内有一个 Lifehouse In， 那你可以在 Lifehouse In 里面申请一个频道，然后这个频道像是 V 台湾的频道。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之前的讨论的留言会留下来。那如果刚刚是用 Hangout 或 YouTube 的话，你播完之后那个讨论串就消失了。对，所以就是 Lifehouse 它会帮忙留这个留言，然后他同时也可以就是看之前直播的记录，所以你可以那直播记录就可以看到说，哎，之前每一次的咨询会议、每次的工作组会议之类，他是怎么样做的。那所以在 Lifehouse 里面就是直接按说我要开始直播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比较大的场地，就是 Lifehouse 还会派人来，就是帮忙拉光纤啊，或者是说帮忙做这个仪器的设备调试啊，这些那个当然他们会收服务费这样子。所以其实 YouTube 跟 Lifehouse 是两个最常用的。那其他我自己是用 Livestream， 等一下 Livestream.com。 那它的好处是国外比较快，就是说不限于就是台湾、香港或者 Google 有机房的地方。那它也可以，就它是比较是大型的活动在用，所以现在所谓的这个公民直播或者是手机直播，很多是有 live stream。 那这个就是你如果也希望给国外的观众看，或是说你觉得那个 Lifehouse In 的那个中文界面外国人会看不懂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的。那大概就这几个。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 Life Power这个吗？这个好像没有。因为其实 Hangouts 我们自己有在玩，那今天如果说有老师您这边的推荐，那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回去说服长官，因为像行政院他最近就是在推那个 Lifehouse In 嘛，那我们的长官就会希望说有国内的产品，就当然应该要支持国内的产品，但是我比较老师的使用习惯的，像我们自己用，好像那个会比较严重一点。Lifehouse In 它其实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它是所谓二房东的模式，就是你里面还是 Hangout 或者 YouTube， 它只是外面包一层聊天室，那样是没有 lag 的，因为里面就是 YouTube。对，那然后那个也是比较不花钱的做法。那 Lifehouse 如果是你要它自己出机器、自己出频宽的话，那就比较贵，而且品质也没有比较好。那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扶植国内产业，这个 Sega 也是非常的努力。所以 Lifehouse 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说，你如果用他们的社群的方案的话，他们会帮忙推广，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粉丝团人还不少，然后在他们首页就是会有 feature 的活动，
那要登上那个 YouTube 的 feature 可能比较难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受众不一样了。就是如果你是，不好意思，就是预先知道说，你有自己的一个 Lifehouse 频道，然后你愿意去慢慢的培养这个频道的观众的话，那 Lifehouse 其实是很适合。但如果你是一次性的话，那它的状况并不会比很好，好，大概是这样子。想到什么，其实不一定是问题啊，就是分享的啊，或者工作上面碰到的啊，或之类的。哎，那个可以传一下麦克风吗？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因为刚才老师有讲到那个开放资料，因为这个税金比较夯的话。那因为我在财政部啦，我们因为资料是比较属于敏感类的东西，所以能开放基本上是不多。可是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研究单位对我们的东西就非常之有兴趣，因为可以研究很多东西，所以像说在这个中间这个灰色地带，到底什么那个？因为他要来研究，他要带走多少东西？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能力去做那个，因为研究单位的。成绩以我们公部门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到这么多嘛，因为包括他做研究，他做的各式各样的那个，那他到底他带走的东西有没有说已经超越那个 open 可以 open 的范围？就是说像这种东西有没有他的那个？因为我看卫福部是有做这种开放嘛，就是说也开放给大家做研究。可是他怎么去知道说这个东西事实上他带走的没有超越到那个可带走的状态？对，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V 台湾里面 有一整件这个讨论案，就是在讨论这个是法务部的个人资料利用与趋势变化。 这个是目前就是几乎是最大的，我们在做开放资料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议题，就是个资与趋势变化议题。那我因为V 台湾上来的那个部会都要做简报，所以我直接用他们的简报稍微讲一下。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是两个法益的权衡，一个是开放资料，然后让大家能够做研究、做利用、做这些；可另外一个就是个资法。个资法说，我们里面只要碰到敏感资料，不管是就是出生年月日啊、自然人姓名啊、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啊，所有这些东西，还有其实包含。就是机关行号他们自己按照法令不需要去曝光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广义的来讲算作就是敏感的资料。那在做开放资料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趋势变化。趋势变化就是说，好比像说像刚刚卫福部那个例子，就是健保资料。健保资料它在释出的时候呢，如果他要做研究的话，我要换一个麦克。喂喂，好。不好意思。好，这样拿着讲好了。OK， 在健保资料释出的时候，那当时其实是民间有一个就是台全会，其实有提出告诉的，就是说他们发现说健保资料释出给例如像中研院做研究的时候，他们的趋势变化并不完整。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好比像说身份证字号把它变成了就是银码，就是把它加密过，但是呢其实你用就是间接的方式，就用出生日或什么之类，你到最后还是可以还原到特定的人身上。那这个就叫做重新识别化。那重新识别化是 的问题，就是说重新识别化的时候，虽然法务部目前的函释说不是个资法上的个资，但是民间事实上是会感到 worry 的。就是说等到我们释出了这么多开放资料，然后用电脑的方式把它就是 merge 到一起，大数据分析到一起之后，到最后如果还是还原到各自的话，那跟你一开始没有去识别的话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两个 的法益在权衡。那国外的经验其实有宽严的两派，一派是说
欧盟的做法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卫福部自己或财政部自己手上就已经不能够有个人资料，就是他在搜集的那个当下就要把身份证字号丢掉，那这个时候他自己都没有个资了，他当然随便释出什么都不会有问题，这是欧盟 的做法。那英美日都是比较宽的做法，就是说他手上可以有个资，可是我在释出的时候我要先透过一个委员会的审查，审查之后让他能够到达不能够被重新识别化的情况下把那个东西再释出去。那英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它就叫做有心侵入者测试，就是说我们当然说就是一端是最一般人，他完全没有电脑技术，那这样他拿到这些资料当然不可能还原到个资。那另外一端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电脑高手，他甚至透过一些就是甚至是不一定合法的方法然后也能够拿到个资，那这个我们也不算，就是犯罪集团这个我们也不算。那但是就是中间，所以他可能不是专家，他可能自己不是公务员，他不会说看到这个 case 我之前处理过，他就是一般的民众，可是他能够用网际网络，能用图书馆，能用所有的公开资料，然后给他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看他能不能从这个资料集里面重建出个资来。那如果这样子的所谓的有心侵入者在试了之后发现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话从英国的角度就会说那这个就是非敏感资料，我就可以释出。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就是国际上就是欧盟跟英国其实自己 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立台湾就是我们工作组即将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透过这四个方式来讨论，就是先建立去识别化标准，这个比较容易，然后建立风险评估机制，这个比较难，然后规范什么叫重新识别行为，最后再引入所谓的第三方机构，像刚刚那个做就是重新识别化那个机构。那目前我们的规划是就是每一个二级机关，就是每一个部跟每一个会会有自己的一个开放资料咨询小组，那好比像说我是国发会的，那国发会要释出任何资料里面只要有个资的可能性的时候，开放资料咨询小组就是这十一个人每季会开一次会，然后去看那个资料里面可能有个资的栏位，然后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试着重新识别它。那如果我们都做不到，或者我们请的专家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好，那到这个程度是可以释出的。那如果我们请的专家我们自己就可以重新识别了，那我们就会说那这个东西没有达到重新识别化的程度。所以就是要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比较工整的比较第三方的一个 panel， 而且是按照各部会的资料特性有一个不同的 panel， 因为懂地理图资的人不一定懂财政，懂财政的人不一定懂就是农业资料，那是由那个 panel 在每一次的判例里面慢慢慢慢的去做出怎么样子叫做能够去识别，怎么样子叫做有保障到隐私的那个例子。那我们目前在架这个平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累积这个判例，就是说让每一个部会在做这样子的判断的时候能够参考其他部会已经判断好的资料，这样子也减少之后就是法律上面的争议这样子。好，抱歉是一个很复杂的回答，真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谢谢。所以这个是打算要做还没有开始？这是已经就是国发会他们已经这个是已经有一个办法已经设置了，对。那但是第一批的委员我记得是现在正在邀集，对，那等就是都就是凑到十一个人了之后就可以开会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已经确定要做的，只是说具体他的作业方式以及到底是几月几号开会，我们还在等国发会的通知。这样，不好意思，传一下麦克风，谢谢。喂，老师好，我呼一下财政部同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有关这个资料开放啊，对，资料公开的这样一个议题。那么，在很久以前就有人讨论到，就是说这个像比方说病例啊，病例我们能不能查阅啊等等，我记得这前一阵不是好久以前就讨论这样的议题。那么这牵扯到科批啊，我当然没有去查说科批在当时他一个医生立场，他觉得应不应该。在印象中，当然我们一般人觉得应该 OK 在，但是在医生觉得说是不行，这或许是门里门外的问题。那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座位，可能就换了脑袋啊。那么他现在比方说现在科批他当了市长，那当然以前他觉得说政府的资料都应该公开，都应该什么事情不能摊在阳光底下。
那当了市长以后，他也公开了很多资料。市政府以前前任市长不愿意公开的，他公开了。但是我前一阵子又看到有一个报道，他说，哎，会议结论公开叫会议讨论过程不必要公开。或许我在猜了，之前他觉得讨论过程为什么不能公开，但是等到他真的当了市长之后，他发现会议讨论过程如果公开的话，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真的是外界一直质疑或者一直不必要麻烦，所以他就觉得这地方又不用公开了。其实我们质疑他说，哎，怎么你好像又换了位置以后，你当了市长以后，哎，脑袋也会做修正，变成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等于是因为大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座位，真的是这个议题会一直吵下去。那老师提供的开放资料的部分，用五颗星来看，感觉上就是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会比较单纯。但是真的是从，我不太清楚你在讨论的时候有没有从，但目前这是从各自的方面来看，从各自这个面向来探讨。但是有没有说，从内容的面向来看？因为我们当然我相信其他同学，各机关我们也有拿到相当的，跟我们相当的指示，我们去考量到哪些可以开放，哪些不能开放。当然在大家内部也都有做很多的讨论，不只是从各自的面向。就像我刚才提到，从会议记录，不同等级的会议记录。那当然在法令规定，有些说是说在决定做成之前的一些资料，其实可以不用公开的，但是。决定做成这个又大家怎么认定呢？是阶段性的结论，还是最后的结论怎么样？这个东西是永远吵不完的。我不太清楚说，在之前国发会这边的讨论或怎么样，或者在其他跟网民之间的讨论，有没有在这个针对内容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对，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先澄清哈，就是说资料是机器可以利用的东西，那然后我们说政府资讯公开，那个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会议记录，或者是草案做成之前的所谓所谓刍议或者是这些东西，那个是所谓资讯公开。这两个有重叠，可是这两个是其实是两件事情。资料是就是你在作业当中会收集到的，一般是数据，当然也会有文字，而这些东西你能够让大家用商业的方式去重新利用、去改作、去卖、去加值，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开放资料。那我想比较少有人会去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讲话的这个会议或者是这个会议记录拿去卖、拿去加值、拿去这些东西，这个比较叫公开资讯，就会说政府资讯公开。好，所以这个先区分这两件事情。那政府资讯公开，尤其是会议记录的公开，按照资讯公开法，它就完全如同您说，就是得公开，就是而且是要在对公益有价值的时候才得公开。那整个 V 台湾之所以能够在就是部会的草案甚至还没有写，只有意向讨论意向的时候就公开内部的这个讨论文件，就是用资讯公开法的这个得。可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强制任何部会来加入这个平台，就是说那个完全都是部会自己有问题需要问大家的时候自愿提供这些资料。因为如果当年资讯公开是写说应公开的话，那他什么都上网了。但是就是说这个是得公开，所以是部会希望加入才加入。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本来这件事情就是部会自己的权责，就是哪些东西部会觉得说抛出来让大家讨论是有帮助的，再抛出来让大家讨论。那如果民间也没有需求，部会里面也没有觉得有这个必要，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完全不需要觉得说你只要存在硬碟里的东西就要公开，我觉得那个是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好，那但是如果民间有需求，好比像说像其实最常举的例子反而不是行政院的，是立法院的党团协商的时候的党团协商的时候 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逐字稿，民间非常有需求啊，因为每一次这个搓圆仔糖都是在那边搓掉的。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衡量说民间的需求跟机关这边作业的方便中间的法益的权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的那个开放资料的作业规范里面那么强调说审核民间提出之资料需求是第一要件。就是如果民间没有这个资料需求的话，本来部会也不知道说我哪些资料应该要优先开放。那所以我觉得还是以这个为判准，就是说如果有民间提出这个资料应该开放，而且他已经提出说这个东西他打算做什么应用，
你就可以用他打算做的那个应用去权衡说你现在开放的话，有没有各自问题，有没有内容问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好，所以这是资料的部分，资讯的部分。像这是公参会，就是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公参会呢，很好玩，就是说第一次柯文哲又来了，这之后好像没有来。那他们既然叫做公民参与委员会，那就有一位委员，就是吕嘉华委员，就觉得说，那他参加了，他就打逐字稿，所以他就是听到了任何一句话，他就直接打在这个叫做 Hackpad， 就是我们用的共笔系统上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所有这些事情。那可是后来呢，他们的研考会也就是有点 reservation， 有点觉得说好像哪里怪怪的，因为事前并没有问过所有的与会者说会包含连他们的姓名都跟座位表都打出来，然后公开，就是说他并没有，这完全没有去识别化。好比像说我今天我在这边讲，然后大家问问题提问，可是我并没有把大家的名字是谁问了什么问题，所有这些东西公开在网络上面。但是在就是嘉华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是全部公开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每一秒讲了什么话。那所以这个就有一点policy 上面的问题。好，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到最后就提了一个临时动议，就是说既然叫做公民参与委员会，以后应该除非有官员或者委员明白的说他讲的这句话 off record， 不然的话就是要公开，而且要直播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是公参会，所以本来就是要做一个像是示范一样的作用。可是即使是这样，也不是不经讨论的。就是说，我觉得说每一个委员会或者每一个参与的讨论，他们应该要自己形成他们的共识。我自己现在比较 comfortable， 我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是我在场做记录或者做录影，可是我不做就是各自识别，就是我不会去拍到每一个人的脸，然后我不会公开说是哪一个人讲了什么话。那如果有人在讲话的时候说他要求 off record， 我在记录的时候我这边就会左挂号 off record， 右挂号表示这一段不纳入记录，然后是请在场的人都看过书面记录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公开。那这是我自己 的作业的惯例。那但是有一些部会我去开会的时候，连这样子他们都觉得说太 over， 他们只愿意把结论的部分公开。那我觉得说那样子也是 OK， 就是说你要先有这个讨论，这个讨论本身是公开的，然后做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我们要公开的程度是什么，这样的话有人质疑你黑箱的时候，你才能回去说可是我们当初是经过这样的讨论程序决定那个箱子的透明度现在是到哪里这样子。所以并不是完全的黑箱，也不是完全的透明，那这中间的这个考量，我觉得就是在场的就是实际参与这个委员会筹设的每一个人要先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觉得 comfortable， 然后到那个程度去公开这样子。所以就是看每个部会跟每个委员会自己的共识在哪里，然后在哪里的那个决定的过程要记录下来，这样子的话以后有人质疑说为什么只公布结论的时候，你才能够让他去看说当时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大概是这样。再补充一句好了，就是说像这是就是医疗纠纷法，那就是 Peggy， 就是罗佩奇，他在卫福部，然后也是用完全一样的，就是 Hackpad 跟 Hackfolder， 就是我刚刚 demo 的318的完全一样的科技，现在在做那个就是卫福部医疗纠纷法的网络沟通、群众沟通。那他碰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他的公听会记录不完整，就是当年在讨论19法的时候，很多东西的讨论公听会或公听会后留下来记录是很片段的，就是可能只有结论，或者是那个结论的书面报告，甚至就是只有几点要点，你不知道说每个人在上面讲了什么话。那里面真的有录影的只有卫环委员会初审的那个 IVOD， 就是因为是到了立院嘛，所以立院有自己的录影系统。那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在现在对于19法提出质疑的时候，你很难回去讲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做成的决定，为了什么原因，所以这一条现在讲这样。那这个资讯越少，外面就越容易批评说，哎，是特定委员施压啊，或什么，就是各种阴谋论就会出现。那你当初这边的资讯留的越多，现在就是要去回应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什么什么什么，就越容易。所以就是说你在越先期的时候让大家能够参加，
的重点还不完全只是直播，也许你直播或者是做录影记录，当场只有三个人或五个人来看，可是重点就是说未来以后有人质疑的时候，那300人、500人质疑的，3000人、5000人可以回来看这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出现就是阴谋论的状况。那一九法现在就是到了最后期，已经等于是要送立院，就是已经在审议了，才回来挖这些记录。那这样子的话，在沟通上是真的是特别花力气的，大概是这样。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是给不特定人使用的话，那就是以免费为原则。但是如果它的资料量非常非常的大，以至于变成就是说，那个频宽的费用非常非常的贵的话，而它的成本大于可能产生之公益，那也许可以收一点钱。可是因为现在网络流量的传输费跟硬碟的钱，我们前3-4年还可以说这个你一 G 可以收个1块钱2块钱，可是现在就是大家都100枚100枚了，就是根本没有差别了。所以现在再说要按照流量收钱或按照那个硬碟的储存空间收钱，其实是不太有意义的，因为那个成本已经降到非常非常非常低。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本来的系统就会产生这些资料，而这些资料本来就可以透过网络提供的话，现在如果要去像猛点好了，猛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每个月大概600万人次，然后我每个月的就是机器的月租费大概是320块台币，所以320块台币你要跟600万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开口啊。对，每个人给我0.0001嘛。对，那就是说用现在的网络技术，绝大部分的频宽跟空间都可以用就是网络技术去吸收掉。那以至于说我每个月即使是100万人看、200万人看、600万人看， 我需要花钱就那么320块台币。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真的没有任何立场去收猛点的使用费。那我觉得以后就是凡是透过网络提供的开放资料，本来就是用类似的方法做。那但是刚刚也有提到说，如果申请之特定人因为专利营业秘密或其他原因真的只有他能用，所以乍看之下是开放资料，但是根本就只有一个厂商可以用，那这个时候包含建制的维运的成本都应该跟那个人收，因为是他得利而整个社会没有得利，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监理书的最基本的精神，大概是这样。用一下麦克风，不好意思。没声音了吗？你关掉再开，其实就会又有大概10分钟左右，我记得。对，又有，就是又没有了吗？喂，对啊，有啊，哦有，你关掉再开就很好。OK， 好，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每个月的流量有600万，但是你的租金只有300块。你的机器是住在什么地方？那他是有给你们特别的优惠呢，还是说他就是特别的便宜？因为我想说，应该你租的也不会只有一台主机吧？就一台主机，然后一台备用，就这样。那然后每台大概100多块。那是哪一家？我们现在要业配了吗？那个，我是租在 Linode， Linode。他机器在日本 ，V 台湾也是在 Linode 上跑，然后他是 SSD， 就是 是快速的硬碟，然后，对，那我是租一个月300块的那个 plan， 然后他就是有 1G 的 RAM， 然后24G， 那因为猛点其实所有的资料大概2G 吧，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够用，然后那他每个月给我2T 左右的传输量。所以就我们就是这样子，真的没有任何理由跟使用者收钱。那除了 Linode 之外，就是绝大部分的流量，是用就是尤其是欧洲那边的流量，之前是用 Cloudflare 在吸收。那 Cloudflare 它也是一个免费的服务。那如果你要加密的话，它好像每个月收你5块美金。那这个服务它就是透过在全世界各地的分散的点，
然后去帮你吸收掉绝大部分的频宽，然后这个部分也是免费的。那萌点后来最近换到了 Fastly.com， 那这个就是资料量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可以使用的一个。那可是同样它也是按照流量计费，然后我用 Fastly 也好，用 Rackspace 也好，都是按照实际流量，可能收我一两块钱美金或者是一两毛钱美金，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不太能够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个费用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现在的我们叫做 CDN， 就是内容传播网路， Cloudflare 跟 Fastly 是其中两家，然后临时政府绝大部分是用 GitHub。GitHub 就是真的是完全免费的，你只要是开放源码的东西丢上去，你不管频宽量用的再多它都不跟你收钱，那这是 GitHub。 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你要只是放资料的话，放在 GitHub 上的话是完全不用钱， Dropbox 也没有很贵，然后如果是你是要做运算的话，那就租一个月300块或者600块的 Linode， 那就这样就解决了。所以就是说真的是几乎不要钱。那整个临时政府的几乎每一项服务都是加在我刚刚讲的这些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上面。不好意思，传一下麦克风好吗？其实我只想分享一个很小的东西，那就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哈。那就是我的家人其实也是在那个也是公务人员，然后他是在农业里面的一个研究单位。那他其实他跟他的同事其实都跟农民走得很近，尤其现在农二代其实他们的年纪。就是他们对电脑跟网络传递资讯的那个习惯都就是也跟我们一样是重度的使用者。那也曾经想过，就是因为像刚刚讲到那个 G00 上面也有一位那个农业的伙伴，他就是会把就是他做一个专案，可是当中其实我也蛮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我们除了是公民的身份，我们有专业身份，但同时我们也是公务人员的身份。那公务人员就有一个蛮讨厌的地方，就是我是否足以已经被机关授权可以代为发言。然后这部分就是说他也曾经想过，就是他跟他同事也曾经想过，就运用那个公开的平台来跟农民交流讨论，可是真的会就是会落到这个想法。那所以现在用两个方式替代，一个就是封闭性的粉丝团，就是有会员制的，然后再来就是利用 LINE 的群组，反正就是只有小 group，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啦。所以就想说也是回去我也可以跟家人讨论，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专案，但是就会碰到说像前一阵子有那个茶叶里面验出农药嘛，那有三个单位显然的见解会不太一样。那医界就说觉得不行，好，那个吃了就会有害，那个但是农业单位就是会跟大家说不要紧张，你那个其实你没有喝到90公升，或是没有一次喝到什么几顿是没有，还有它是什么水溶性、脂溶性，因为回家我家人大概跟我讲了省略5000万字的那个解说，但是那其实这些东西比较尴尬的是，就是说那因为大家都在猜测，大家都很紧张，可是都跟我们切身相关，可是往往大家能收到的讯息就是媒体嘛，那有一天我家人就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那刚好。有记者也来询问，那他当然就是针对以他专业就他的职能就讲一讲之后，他也没有想太多。第二天捷运的头版头就是专家认定的话，专家是谁，就是全部挂他职称跟职衔。那我就问他说你机关授权吗，他说当然没有，然后所以他就很紧张，赶快就是向长官报告。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座各位先进也都是来自不同的专业，大家都很愿意贡献，可是第一个这一定是用我额外的时间去做，那第二个就是他一定是对这个专业或对这件事情有极大的热情，所以他愿意付出，可第三个就卡关，就是说那我们
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如果就是你个人身份呢，还是怎么样去区别哈？那可能就是要可能到一定的职位或有一定的肩膀，大概才能够就是无所畏惧的，不然就是有够小，然后小到在我讲什么大家都那个超快不会在乎，但是这样一点心得分享，谢谢。对，谢谢，这个真的是我完全就是这样子，就是刚刚讲到那个专案，我先找一下看找不找得到了，它叫超浓郁，就是超级农业领域。那超浓郁它就是有三个系统，就是施药方法、农药列表跟农药残留量，然后底下都是说这是房建局农药资讯服务网，版权人为房建局所有。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位朋友就是在房建局工作，那所以他在做的最没有争议的一块就是把他机关网站上本来就有的资料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呈现，这个是居零率第一年通常会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可以说我这边所发表的所有的意见或所有东西它都有一个来源网址，然后它的来源网址本来就是在怎么找白菜嘛，对，本来就是在机关的网址上面的，所以就是说它并不需要负任何公务上面的责任，因为它在公务上本来就是资讯公开，然后资讯公开虽然目前就是房建局还没有开放资料的方式释出，但房建局绝对不能告他，因为这里面的每一项资料都是具有公益性，而且是网站上一样的资料，他只是用比较好的界面来呈现。那所以他自己是不是花很多下班的时间做呢？其实也还好，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去跟那个设计师混，然后就是去说服那个对农业感兴趣的设计师去画这种很漂亮的图片啊，或者是说去做很漂亮的界面啊之类，那这样子对他而言是最不 risky 的，就是说好比像说每一个农药的残留量啊，或者是说离我家最近的这个有机食品啊，然后他的联络方式啊，所有这些东西那就是机关上本来就有的资料，他就是去做价值应用。所以像他做超浓郁或者我们做蒙点其实也有教育部就是闽南语词典的公务人员跟我们合作，那他们都是本着同样的想法，就是说他不会用个人身份做出任何 judgmental 做出任何判断性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说哪些网站上可能真的很难找到的资料，或者是说公务系统里面他用比较难使用的格式的资料，然后他知道就是一些就是可以拿得到，那拿得到之后就是我们公开，可是他因为本来就在网站上，所以他不需要负额外的责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的。那当然有一些就是真的很有肩膀或者是很敢冒险的，我发现大部分都是约聘人员，就是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损失，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去提出可能更多的意见或者是更多的改进的建议。对，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时间去衡量啊，对我来讲临时政府临时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零碎的时间，零星的时间，大家有空可能花五分钟花十分钟，那比较重度参与的人可能花个一小时两小时，然后能够去说我希望哪一个系统做得更好，你不一定要实际去做，你可以就是画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框架，然后去挖个坑或者来参加一下黑客松，然后让就是真的时间特别多的人能够按照你的这个想法把它再进一步往前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合作是比较能够长久的。那如果是真的是说每个人都要每天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去做的话，我觉得很快那个热情是会用完的。所以像 V 台湾我们整个版主群大概十几个人，我们每天也不会花超过一小时啊，就是大家轮流然后去管，就是说大家都是用零碎的时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那样子才可以做得比较长久这样子。谢谢。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想今天就这样子，很高兴跟大家聊了很多。那如果就是之后对居里面有兴趣的话，就是看在 Facebook 或者在其他地方，那也可以直接跟我联络这样子。好，谢谢大家。
天中午用餐的地点跟昨天中午一样，桌号也是13-45，然后用素食的学长请桌素食五桌。那下午1:40开始上课，祝各位学长用餐愉快。距离毕业点。